男人穿越到全民修炼的高武世界，本以为能够成为一级武者扬名天下，可不料被世界判定为入侵者，强行给他施加了状态反转的 buff。 男人名为陈宇，因为一场意外在半个月前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地球，一个高武地球。此时青城市第二中学内，班主任正在给同学们介绍一级狼形异兽，第一次出现在1982年，他能轻松挖穿人类的城墙，咬坏坦克装甲，人类的热武器对他们毫无用处，因此全球人口迅速缩减了1/3，直到可以击败异兽的武者出现，人们发现静气可以与异兽对抗，之后为了普及静气，所以加入到义务教育当中。这个世界狰狞可怖的异兽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冲击肆虐残杀人类。说到这，班主任忽然严肃地摆手道，现在距离高考只剩数十天了，大家必须勤于修炼静气才能考上好大学呀。就在这时，班主任猛然将手中的黑板擦扔到了陈宇的头上，打断了他的美梦。而陈宇被打断后立即猛然起身，恼怒道，卧槽，氪金抽卡又保底了。班主任见状当即训斥道，陈宇你好大的胆子，作为一个差等生还敢上课睡觉。陈宇闻声只好讪讪一笑应付过去，他不禁在心中暗道，真晦气，不仅穿越到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身上，而且我的金手指似乎还出现了异常，一直在脑海里不断响起警告，检测灵魂不属于当前世界。而班主任忽然来到陈远跟前，恼怒道，你这样是考不上大学的，如今的社会你连一级武者都达不到，怎么赚钱养家？你好歹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陈宇闻言连忙讪笑道，抱歉，下次一定不敢了。就在这时，系统忽然弹出提示，因多次警告非法入侵灵魂体无效，诅咒正式生效。陈宇闻声顿时心头一喜，啥意思？金手指突然好了吗？紧接着系统就弹出面板，诅咒系统，姓名陈宇，静气值23点，满1000点为一级武者，属性获得方式为诅咒。陈宇在看完系统面板后不禁心头一震，刚刚那个奇怪的系统声音说获取属性的方式为诅咒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在陈宇思索之时，班主任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道，陈宇啊，我知道你还有救。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出一副感动的表情勉励道，至少你扫地还是很干净的，老师也不会放弃你，你要努力。就在这时，系统猛然响起提示，诅咒效果，状态因果反转。而一众同学却忽然纷纷出声嘲讽道，就他这样的班级垫底生还有救吗？别想了，毕业后铁定搬砖，一辈子前途暗淡啊。陈宇当即就被气到浑身发抖，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该死的，重生到这副乔木不可雕也的身体上，怎么可能跟得上别人的修炼进度？难道重生以后还是要跟前世一样做个垃圾荒废一生吗？就在这时，系统忽然响起提示，状态因果反转，受到精神伤害，精神力12，魅力8，幸运3，自信5。陈宇闻声顿时心头一震，什么鬼，被同学骂了反而增加属性值了。当即陈宇就开始东张西望，同时在心中暗道，这个系统有点古怪，我得找个借口溜出去研究一下才行。紧接着陈宇就无视班主任的咆哮，直接留下一句我要上厕所，便直接从后面溜了出去。在偷溜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时，系统立即就响起提示，偷懒中，静气6，气血5。陈宇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随便偷懒居然就给我加了6点静气，难道获得属性的方式需要反着来吗？比如偷懒被人骂等等，认真练功被夸奖反而要被扣属性，一会的实验下才行。望着自己的个人面板，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看来必须要快点把那种反面长静气的方式给实验出来才行，毕竟静气才是武者最重要的属性，气血值应该就是 HP 了，精神也就是 MP， 那自信和魅力值又是什么东西，方便以后泡妞用的吗？就在陈宇思索之时，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对男女正在热情的拥抱，并不断发出嗯哼的叫声，而陈宇没有躲开二人，而是直接走到二人旁边默默看了起来。好半响之后，陈宇忽然出声打断道，同学注意影响啊，我刚刚好像看到有老师过来。可金毛男闻声却依旧继续忙碌，同时不耐烦的摆手道，滚远点，你个单身狗。顿时陈宇就没好气的低声吐槽道，卧槽，狗男女。顿时系统就弹出提示，自信4，魅力2。然而就在陈宇准备离去之时，那名女子身上的容貌却忽然褪去，同时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同学你刚刚是在说我吗？只见那名女子摇身一变，露出了毒气寄生兽的正面孔，她抓住被吸干的金毛男，朝着陈宇投去了不怀好意的目光。而陈宇见状当即脸色一变，连忙回应道，我刚刚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是在嘲讽你们。疯了疯了，男人居然将毒气暴风吸入以求突破极限。就在刚刚，陈宇在路过小巷子时，却意外遭遇专吸男人的毒气寄生兽。在人形化的毒气寄生兽松手后，金毛男立即就直挺挺的倒在地上。陈宇见状顿时当场吓尿，卧槽，这男的被杀了吗？就在陈宇震惊之时，毒气寄生兽忽然咧嘴一笑，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也只能送你一同上路了。话音刚落，毒气寄生兽立即完全展现出自己那曼妙的人形姿态。一级毒气寄生兽，针对人类研发的寄生体异兽，寄生在人类体内，以此混入人类
人类，能释放麻痹毒气。紧接着毒气寄生兽就猛地张开樱桃小嘴，露出那条异于常人的舌头，同时凝声道，让我吃掉你吧。下一刻毒气寄生兽猛然一塔，以极快的速度抬手就将陈宇给直接拍飞。顿时就想起系统提示，收到伤害，气血加406，静气加53。被揍的口喷番茄酱的陈宇闻声不由在心中暗骂道，卧槽，这坑爹的系统，提高获取量有什么用，再挨两下我就要没了呀。虽然我可以用伤患属性，但是怕一击致死啊，一旦重要器官被轰掉，系统加再多静气和血气都没用啊。看着自己距离一级武者还差900多点的静气，陈宇顿时焦急了起来，得想个办法提高静气，突破武者境界才能杀异兽自救。然而就在这时，毒气寄生兽一个箭步迅速就将陈宇给牢牢抓住，同时大笑道，抓住你了，小可爱。紧接着毒气寄生兽就匍匐在陈宇的身上，步步紧逼将他给压制在墙上，同时发出一道诡异的笑声，让我乖乖吃了你吧。而陈宇见状顿时就慌得一逼，怎么办，这样下去迟早完蛋。就在这时，毒气寄生兽忽然吐出那个布满吸盘的长舌，一阵绿油油的毒气顿时从中溢出。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震，等等，从他口中飘出的气体似乎有毒。在陈宇吸入气体的瞬间，系统顿时响起提示，受到毒气攻击，静气加13。闻声，陈宇顿时心生一计，当即他就朝毒气寄生兽开口道，长舌女，你嘴巴挺臭的呀。话音刚落，恼羞成怒的毒气寄生兽直接双手猛地发力，将陈宇狠狠地按在墙上摩擦。当即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伤害，气血加390。紧接着毒气寄生兽就凝声大笑道，牙尖嘴利的小鬼，既然说我嘴臭，那就让你吸毒气麻痹致死吧。顿时毒气寄生兽就猛然张开大嘴，露出狰狞可怖的獠牙，浓郁的毒气立即从中喷涌而出。见此情景，陈宇却丝毫不慌，反而任由那股浓郁的毒气朝自己涌来。紧接着他就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在心中暗道，果然他中计了。当即陈宇就开始猛然吸气，将缭绕在自己身旁的毒气尽数吸入体内。顿时系统就开始疯狂弹出临时增加属性的提示，陈宇的身体属性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眨眼间，陈宇就被体内那股瞬间涌出的力量给撑到双眼发白，体内的力量过于狂暴，陈宇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直接就朝着地上倒去。就在陈宇倒地之时，毒气寄生兽如饿狼般迅速跃起，他张开那狰狞恐怖的巨嘴，迫不及待的就要往陈宇身上扑去。然而就在这时，陈宇却忽然猛地站起身来，直接用双臂将毒气寄生兽给抓住。他通过吸入大量毒气，此时已经突破了武者的极限。此时陈宇已经临时拥有了10000点静气，突破到了二级武者的境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陈宇不禁得意一笑，居然成功了呢。而被陈宇牢牢抓住的毒气寄生兽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慌乱，紧接着陈宇就猛然抬手，蕴含全身力量的一拳猛然轰出，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将体内的静气给挥霍一空。下一秒，一道剧烈的轰鸣猛然传出，原本不可一世的一级毒气寄生兽居然硬生生被陈宇这一拳给当场轰穿，被秒杀当场。在轰杀了毒气寄生兽后，那霸道的拳风却并未停止，澎湃的静气瞬间席卷整个街区。下一刻，在临时 buff 结束之后，恢复常态的陈宇不禁暗松了口气道，挺过来了，终于将你给干掉了。还没的陈宇缓过劲来，四周就传出阵阵议论声，当即他就暗道不妙，这惨烈的场面要是被人看到，指定解释不清楚。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陈宇直接拔腿就开溜。在半小时后，一名女子赶到了现场，望着被轰成肉泥的毒气寄生兽，她不禁喃喃道，是寄生兽，居然有异兽的侦察兵混入城了。在查看了一番后，女子不禁眉头微皱道，是一击必杀，好猛的静气爆发，这是二级武者出手了吗？男人意外获得珍贵无比的增气丸，可在服用后却直接被扣了几百点静气属性。就在刚刚，陈宇依靠吸入大量毒气一拳秒杀了一级寄生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便连忙赶回家。而正在准备饭菜的陈母也没有留意到陈宇那满身的泥污，在进入到房间后，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刚刚是什么东西，居然有寄生兽到了城里，我要不要报警啊。紧接着陈宇忽然眉头一皱，发觉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只见一位身材曼妙的少女仰躺在床上，翘着一只白嫩纤细的小脚丫，短白丝袜只脱了一半晃来晃去。陈思文当即开口道，你瞅啥？陈宇闻声不由没好气道，姐你啥时候学的东北话呀。而陈思文则坐起身来，缓缓穿上袜子应道，昨天来了个东北新同事，学了几句。随后陈思文瞄了陈宇一眼，然后有些讶异道，你这是怎么了，衣服上怎么有血迹。陈宇闻言连忙胡编乱造应付道，没什么，我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而陈思文却眉头一皱，但也没有多说什么。随后陈宇便准备去换件衣服，而楼下则传来陈母呼唤吃饭的声音。很快陈宇就来到了餐桌前，望着满满一桌子的菜肴，他不禁讶异道，好丰盛啊。他原本还在害怕穿越后原本的母亲和姐姐换了人，结果只是社会背景变了而已，其他都没啥变化。
化。紧接着陈宇就夹起菜上的葱花，然后将葱花放在陈思文的碗里，同时暗暗感动道，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我真是个孝顺的孩子。而陈思文也不甘示弱，直接夹起桌上的纸巾，然后一把将纸巾塞到陈宇的碗里，同时开口道，弟你长大了，要补充营养。当即陈母就一把将二人给按在一起摩擦道，你们够了，给我安心吃饭。随后陈宇便夹起米饭放入口中咀嚼，任由香软在唇齿间蔓延，然后满足的咽下。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进食中，饥饿加5，体质减1，健康减1。当即陈宇就放下手中的饭碗，在心中暗暗咆哮起来，卧槽，忘记这破反向诅咒了。而陈思文见陈宇一副没食欲的模样，也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碗筷。随后陈思文掏出一个盒子递到陈宇跟前，再次开口道，算了，我就不打击你了。随后陈宇便直接打开陈思文的礼物，然后满脸讶异的开口道，这是。只见木盒中装着5颗圆滚滚的棕色丹药，陈思文则淡淡的开口道，这是增气丹。陈母闻声不由惊愕道，思文，你哪来钱买的这个？陈宇也被惊到了，他不禁泪流满脸道，你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当即陈思文就恼怒的暴锤陈宇，同时开口道，闭嘴，别胡说八道，我用存款加上分期，有问题吗？就在这时，陈母忽然神情暗淡的叹息道，思文，你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个，就你弟的成绩，再吃十颗也考不上大学。陈思文则无所谓道，我只是不想让他像我一样。闻言陈宇不由拿起丹药暗暗嘀咕道，2年前陈思文就是在高考擂台上被人针对性的打碎了气海，沦为最底层的普通人，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了变强和守护自己的姐姐，陈宇便直接将增气丹给服下，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药力激增，进气减366，体质减4，耐力减2。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卧槽，又往反向诅咒了，最少3天的修为没了。见陈宇吃下丹药，陈思文便收起了剩下的丹药，开口道，还有4颗，为了防止你卖掉，就都放在我这了，以后每隔2天吃1粒，吃没了姐姐再给你买。半小时后，来到大街上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不能继续咸鱼下去了，稍微变强点，最少也要帮姐姐报仇。一想到今天的经历，陈宇不禁拿起手机暗暗思索起来，下午吸入寄生兽的毒气跟刚刚的增气丹反向增强，让我得到了灵感。当即陈宇就在手机上快速搜索如何降低武者的修为，映入眼帘的是关掉这些网络游戏，武者才有美好的明天。最新研究证实，沉迷女生的武者修为退化得更快，武者不需要爱情。还有马武神的名言，我不喜欢禁气，我甚至从来没碰过禁气，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成为武者，搜索结果五花八门。不过陈宇还是很快就找到了答案，第一是毒，针对性损坏气海的毒药最有效，中毒严重的武者甚至能一招回到解放前，沦为普通人。第二就是色，无论男女，沉迷其中的武者修为都会莫名倒退，至今原因不明。第三就是烟，烟内的一氧化碳类生物碱和重金属元素会略微影响静气的运转与凝聚，是目前社会中武者群体修为衰减的主要祸首。看到这里，陈宇立即就有了想法，这个方法不错，就这个方法了。男人只是抽了包华子，居然就能一拳干趴校园恶霸。就在刚刚，陈宇服下了增气丸，卸掉了3天的静气修为。为了早日变强，陈宇很快就来到一家便利店，并表示自己要买华子。可一进门，陈宇的脸色忽然就变得通红了起来。只因这家便利店的老板娘居然是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并且还主动询问道：“小可爱，你是想要这个吗？”一听这话，陈宇连忙稳了稳心神，点头应道：“对，我要买这个。”可话音刚落，老板娘就放下华子，朝着不知所措的陈宇走去。下一刻，老板娘忽然揪起陈宇的衣服，告诫道，小弟弟，我看你没成年哦，我讨厌不守规矩的孩子，好好回去练武吧。说罢老板娘便摆了摆手，转身道，快回学校吧小弟弟，不然要迟到了。闻言，陈宇便从身上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低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当即陈宇就将鞭炮点着，朝着老板娘丢去。而老板娘猝不及防，立即就被吓了一跳，紧接着陈宇就放下自己所剩无几的零花钱，然后迅速拿起桌上的华子，无视老板娘的喊叫，撒腿就跑。紧接着陈宇就找到一个四处无人的地方，开始激情焚香。才一会的功夫，一包华子就被他给暴风吸入，被干了个精光。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恶性气体侵袭，静气加98。此时陈宇能清晰地感受到丹田内沸腾的气海，静气流转，生生不息。这静气水平显然已经达到了 0.3 级武者了。要知道在高三班级中， 0.5 级的武者已经算得上是尖子生了， 0.8 级就能进入全校前10，金榜留名。而一级武者就算考不进大学，直接进入社会保底也是月薪过万，毕竟很多大学的毕业生普遍也就一级武者水平。一想到这里，陈宇顿时暗暗激动了起来，只要华子管够，一个月后的高考成为一级武者，顺便拿个状元也不是难事啊。就在陈宇思索之时，不远处忽然传来的脚步声就打算了他的思绪。只见2名小嘎嘎在来到陈宇跟前后，立即将他围了起来，同时冷笑道，居然敢躲在这里焚香，还不快点把剩下的华子给哥们上交。望着忽然出现的小嘎嘎，陈宇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只因这两人是无耻又下贱的校园恶霸，成天就只知道勒索要好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动不动就拿自己练手拳脚相加。见陈宇默不作声，小嘎嘎立
即威胁陈宇，如果不把剩下的华子交出，就要举报他焚香的事情。见陈宇迟迟没有反应，小嘎嘎立即急眼了，准备故技重施将陈宇先揍两个半小时。当即黄毛男就率先冲出，直接揪起陈宇就要动手。可显然这次和以往都不同了，在黄毛男扑到跟前的瞬间，陈宇一拳轰出，直接将他揍飞。当即陈宇就在心中暗道，老子可是在异兽手里死里逃生，哪有怕你们两个垃圾的道理。顿时他就眉头一挑，怒喝道，老子忍你们两个很久了。一旁的大春望着倒地不起且一脸安详的大秋，顿时就被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而陈宇也不禁满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暗暗嘀咕道，真是厉害，只是一包华子，在诅咒的翻转之下，我居然获得这么强的修为增益。就在陈宇愣神之际，一旁的大春猛然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抄起家伙对着陈宇就是一记突袭。殊不知他的偷袭在陈宇的眼中简直就像是慢动作，仅仅身形一侧就将其轻松躲开。不仅如此，大春的动作在他的眼里简直全是破绽，简直是漏洞百出的战斗方式。只见大春连陈宇的汗毛都碰不到，反手就被陈宇一记蕴含 0.3 进气的一拳给狠狠的轰中腹部。在失去意识前，大春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小子居然已经变得这么强了。而惨遭霸凌的陈宇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二人，一个恶趣味的想法立即浮上心头。不一会被陈宇剥光的大春和大秋就被捆绑在一起，被丢在大街上，被人拍照围观。陈宇在回到学校后不禁暗暗窃喜道，这算哪门子的诅咒，根本就是老天爷赠予的福音，只是一包华子，实力就暴涨到了 0.3 级武者的水平，仅仅两三下就将 0.1 级别的武者给干趴，真是大快人心。想到这，陈宇不禁暗暗激动了起来，要是以后华子管够，我岂不是要原地起飞了。反正有毒气体能够增益，以后就干脆把华子当饭吃算了。顿时陈宇就对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希望，这样一来，实力暴涨的我以后岂不是能呼风唤雨了。然而就在这时，班主任却忽然出现在他身旁打断道，成天不好好修炼了，只会做这种白日梦，昨天居然敢早退。而被打断的陈宇顿时就被吓了一跳，这个女人不仅废了陈宇姐姐的修为，居然还当众要陈宇帮她舔鞋子。就在刚刚，依靠华子将修为提升到了 0.3 级武者的陈宇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班主任在看到陈宇之后立即满脸严肃道，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我办公室一趟。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开架势示意道，集中注意力，气沉丹田，感受体内静气的存在，调动你的气海，让静气在体内进行循环。见陈宇默不作声，班主任顿时急眼了，距离高考还剩33天，这一个月的时间除了睡觉，每时每刻都要修炼。虽然考不上本科，但大专怎么也要考一个呀，臭小子。听着班主任不绝于耳的鼓励，系统立即就扣除陈宇四点精神属性。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我练就是了。随后陈宇便按照班主任的教导开始摆出修炼的架势。就在运转静气开始循环的瞬间，系统立即响起静气减一的提示，而班主任则不断鼓励道，你真棒，不错，就是这样子，这不就提升静气了吗。在持续修炼了10分钟之后，已经被扣了数十点静气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不行，这样下去将来指定要死在他手里。然而就在这时，办公室的喇叭内忽然传出全体师生集合的通知。在集合之后，高考誓师大会便正式开始，校长立即就在讲台上不断地宣读着各种鼓励的言辞。而陈宇在来到操场之后立即就遭到了一众同学的讥讽，当即就响起系统提示，受到群嘲，自信加二，幸运加五。还莫等陈宇说话，周围再次传来此起彼伏的比一声，受到心理伤害再次增加了8点精神。而忍无可忍的陈宇终于爆发了，你们吵够了没，唧唧歪歪的，我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话音刚落，一众同学立即开始疯狂回怼。陈宇见状当即就暗道不妙，我去，难敌众口啊。不过在看到又增加了15点精神力之后，陈宇立即就释怀了，随你们骂吧，反正诅咒会反转你们的嘲讽和心理伤害。就在陈宇暗爽之时，班主任却忽然出声打断道，给我安静点，别闹了，模范生要上台演讲了。只见曾经二中的尖子生，如今身为京城大学学生武者工会副主席的邢碧缓缓走到了讲台之上。当即班主任就激动道，认得他吗，当年的青城市状元，你们要以他为榜样。而陈宇则脸色阴沉的开口道，他化成灰我都认了。陈宇能对邢碧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的姐姐陈思文正是被那女人废掉的，当时他高一，身处现场，就在高考的擂台下亲眼见证邢碧打碎了他姐的气海，打碎了陈思文的一切前途。就在这时，邢碧忽然眉头一挑，缓缓开口道，接下来我演讲的内容是，废物是没有资格考大学的，他们只会占用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却又浑水摸鱼，不思进取，考试挂科，甚至还逃课。紧接着邢碧就眉头一皱，鄙夷的看向陈宇开口道，比如位于台下的陈宇同学，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你的姐姐陈思文的影子呢，我建议你早点进厂打螺丝。闻言陈宇立即从人群中缓缓走出，他脸色慢慢阴沉，双眼微眯的冷声道，你说什么。班主任闻言连忙站出来讪笑道，
道：“都怪我没好好引导陈宇，我这班主任当的真的失职啊。”可校长却忽然开口打断道：“行了，李老师不用再护着他了，他是二中全校唯一的毒瘤，让他消失才能避免影响今年的升学率啊。二中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又一个和邢碧一样的高质量精英，而不是把教育资源浪费在陈宇这样的蛀虫身上。”说到这，校长不禁将目光停留在邢碧身上，再次开口道：“你们可要以邢碧学姐为榜样，不能辜负学校的栽培。”话音刚落，四周立即就响起谩骂声：“陈宇同学，你知道羞愧吗？你为二中蒙羞。”而班主任连忙低声开口道：“陈宇要稳住啊。”可接着邢碧忽然满脸得意的开口道：“这样吧，陈宇，我就给个机会让你证明你自己。”说完，邢碧忽然就往自己的鞋子上喷出一口唾液，紧接着他就将自己的鞋子伸出，同时得意道：“你只要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靴子，我就给你写封三本大学的推荐信，让你有书可读，不至于跟你姐姐那个废物一样。”男人买华子只付20块，导致被老板娘找上门来。可没想到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校长居然当场就将他给开除了。就在刚刚，邢碧在学校的誓师大会上公然表示，只要陈宇帮他舔靴子，就会让他顺利读上大学。班主任见自己的学生被羞辱，顿时就急眼了。而一旁的校长则在心中暗道：居然还有这种好事。底下的学生们也不由开口道：邢碧学姐会不会太过分了？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陈宇闻声不禁眉头一挑，开口道：谢谢你们为我说话。下一秒，学生们忽然纷纷抱怨道：为什么要奖励他？陈宇这种废物凭什么能有这种待遇？就在这时，邢碧忽然咧嘴一笑，朝陈宇开口道：怎么样，陈宇同学？陈宇闻言顿时脸色冰冷地回怼道：当然可以，我输了的话就给你下跪舔靴子，但如果我考上大学了，你就给我姐姐跪下并道歉。此话一出，台上的校长立马急眼了：大胆，居然敢对本校的优秀状元学姐不敬，还敢公然和学姐打赌。校长的话还没说完，邢碧就忽然摆手打断道：我就接下你这个赌约了，陈宇。闻言，陈宇当即就露出一抹必胜的表情，自信道：我陈宇发誓，30年河北30年河南，我一定会考上的。然而就在这时，便利店的女老板忽然带着警察来到了台上，并指着陈宇开口道：警察同志，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抢走了我店里的华子，劳烦你们帮我尽快处理一下。看着操场内所有的目光都投在自己身上，顿时陈宇就脸色大变，石化当场。在经过一番解释之后，民警便开口调解道：鉴于这位同学并不知道华子的价格，也有付款的行为，非有意盗窃还是初犯，并且是未成年，不建议拘留，有异议吗？随后班主任便来到女老板跟前开口道：华子的损失就由我来赔偿吧。真的很抱歉。女老板闻言不由叹了口气道：算了，既然这样我也不追究了。在女老板离开之后，邢碧不由眉头一挑，看来赌约要提前完成了呢。你被开除了的话，可就没法高考了，不如现在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靴子吧。一旁的班主任闻言连忙朝着校长讪笑道：校长，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臭小子。可校长却直接喝止了班主任的劝说，然后直接将一张纸丢在陈宇身上。看着眼前的退学通知书，陈宇的脑子立即就有些乱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被开除了。而校长则满脸严肃地开口道：从今起，你不再是二中的学生了，这次你严重触犯二中校规，性质极度恶劣，卷铺盖然后滚吧。见此情形，班主任连忙开口劝说道：校长，钱我已经替陈宇赔了，况且那个女老板也不追究了，请再给陈宇一次机会吧。就在这时，忽然传出撕拉的一声，陈宇直接将手中的退学通知撕碎，同时开口道：别再费口舌为我求情了，班主任。说完，陈宇就将那团废纸撒向空中，同时转身道：赌约还没结束，我会成功高考的，等着瞧。见陈宇这么硬气，邢碧不禁有些诧异的开口道：真有血性呢，那我就等着看你完蛋。而班主任则连忙快步追上陈宇，劝阻道：陈宇，你先等等。陈宇闻声立马就停下了脚步，然后帅气的转身道：老师，已经可以了，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虽然最后我还是不争气，让你这么费尽心力，但我会一直记得你这位老师的。说完，陈宇便直接朝着校外走去。而班主任不禁暗暗嘀咕道：这臭小子被退学还搞得这么潇洒。在潇洒的离开了学校后，陈宇立刻就萎了，虽然嘴上很硬，但是陈宇此时内心已然慌得一逼。陈宇不禁边走边在心中暗道：刚才为了逞一时嘴快，态度太强硬了，我这都被开除了，以后怎么办？还不敢回家。不过一想到自己和邢碧那是关自己尊严的赌约，陈宇顿时就急眼了。不行，得想办法高考了，不然我就真的要去舔他靴子了。当即陈宇就再次来到了女老板的店铺，然后准备找他算一算账。他感觉自己之所以会落到这幅田地，全都是女老板的原因。而女老板在看到有生意上门后，立即热情地开口道：哪来的年下小奶狗，进来找姐姐有什么事啊？可在他看清了来人后，不禁脸色难看地开口道：等等，你不是那个偷烟贼吗？而陈宇则直接咆哮道：都怪你，你害我被开除了，知道吗？女老板则没好气地回应道：那个校长居然说开除你，我不是说了不追究吗？闻言，陈宇也冷静了下来，然后叹息道：也是，我错了，这都是我的因果。话音刚落，女老板忽然凑到陈宇跟前，捏了捏他的下巴，开口道：看在你认错的份上，姐姐我就给你推荐些工作吧，你这脸蛋还是挺受欢迎的。陈宇闻言立马脸色一正，拒绝道：我会打工赔你钱，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且你做得过分了，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失去了改变人生的机会。一听这话，女老板当即就在心中暗道：我刚
刚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连忙开口安抚道：“小弟弟别生气，我刚刚开个玩笑而已。”可陈宇却忽然怒捶桌子不甘道：“毁了一个认真学习的年轻人的前途，你心里不会惭愧吗？”见陈宇这么激动，女老板顿时就有些慌了。也许他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居然就因为这点错误被我毁掉了前程，的确不应该。一想到这，女老板不禁脸色难看的开口道：“那你想怎么样？”而陈宇则猛然给女老板来了个壁咚，然后满脸认真道：“麻烦你帮我找个学校，我要高考。”见陈宇这么一心向学，女老板顿时就暗暗感动了起来，他果然是个好学生，还这么帅，我居然做了那样残忍的事。随后女老板便面露为难的开口道：“好吧，学校的事情我去想办法。”陈宇闻言顿时狂喜了起来：“真的吗？太好了。”紧接着女老板就再次凑到陈宇跟前开口道：“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得在这里帮我打工还债。”一听这话，陈宇不禁浮想联翩了起来：“难道我要成为女上司系列的男主角吗？”顿时陈宇就脸色一黑，暗暗绝望道：“该不会上演现实版的吧？”男人为了参加高考，竟让女老板帮他找学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留在女老板的店里打工还债。在陈宇熟悉了所有华子的价格环节后，女老板琪姐就出门了，说是出门给他找学校去，让他帮忙看店。一想到接下来自己会被资本家压榨的一滴不剩，进入无尽的996地狱，陈宇顿时慌了起来，这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未来。在目送琪姐离去后，陈宇便躺靠在老板椅上，翘着二郎腿开始打起了游戏来。此时陈宇喝着快乐水，沐浴打游戏，静气还蹭蹭飙升。他觉得打着这份美差还债好像还挺爽的。陈宇觉得自己迟早有一天要把邪恶的资本家吊在路灯上狠狠鞭打，打工人必须懂得摸鱼才能和邪恶的资本家做斗争。然而就在这时，拥有 0.4 级武者战力的山炮忽然推开了便利店大门，陈宇顿时眉头一挑，连忙开口道：“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什么？”可山炮却忽然开口道：“我来找一个名叫陈宇的人。”陈宇闻言不禁讶异道：“我就是陈宇。”而山炮闻言顿时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开口道：“你特么就叫陈宇是吧？我要买华子。”而山炮之所以回来这里找陈宇，是因为受大春和阿秋所托来找场子的。而身为二人的老大，山炮绝不允许自己的小弟被别人霸凌。当即山炮就直接开口道：“给我来一条地中海，硬核的。”而陈宇见生意来了，连忙拿出一条地中海，同时开口道：“盛会45000，欢迎下次光临。”可山炮却忽然猛地握住陈宇的手腕，猝不及防的陈宇不由一惊：“先生，你这是干什么？”而山炮却忽然掏出一叠红票子，狞笑道：“这是50000，不用找了。”陈宇顿时蒙圈了：“先生，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可山炮却猛然催动身上的静气，发动5G寸断手，同时在心中暗道：“意思是剩下的给你当医药费。”一想到陈宇只是区区的 0.3 级武者，是不可能承受得住自己 0.4 级武者的静气的，山炮不禁暗暗得意道：“3秒之后，你的手就会跟萝卜一样，轻而易举就被我捏个稀碎，受死吧。”可下一刻，山炮却忽然感觉手腕处传来剧痛，骨头断裂的痛感瞬间上脑，他不禁发出阵阵惨叫。只见陈宇满脸激动地握住山炮的手，同时感激道：“先生谢谢你，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受到客人这么真挚热情的握手礼。”说到这，陈宇忍不住再次伸出另一只手猛地拍在山炮的手腕处，顿时再次发出咔嚓一声。紧接着陈宇就满脸感激地摇晃起山炮的手，同时开口道：“您多付了5000块，是想给我当小费对吧？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激励。”而手腕已然被甩到变形的山炮连忙抽回手，然后拔腿就朝着门外狂奔而去。陈宇见状连忙大喊提醒道：“先生，你的地中海还没拿呀。”见山炮不回应，陈宇望着手中的地中海不禁猜测道：“难道这条地中海是他有意留给我的吗？”一想到这，陈宇立即就不客气了，直接就拆开地中海来感谢客人的馈赠。在经过一天的营业之后，陈宇赫然发现今天的营业额居然高达70000多，随后他就打开抽屉准备将营收放好，以免丢失了被琪姐找麻烦。可他却在抽屉中发现一条奇怪的东西，再拿起来一看之后，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这么隐私的东西谁会放在这儿啊？”一想到这，陈宇顿时脸色突变，难道这是琪姐的吗？当即陈宇就猛然回想起琪姐说过他喜欢小奶狗，并且还表示帮他打工还债会有奖励。一想到这，陈宇不禁激动了起来，这样我岂不是很爽。然而就在这时，琪姐却忽然出现在陈宇的身后，心虚的陈宇顿时就慌张了起来：“你怎么回来了呀？”紧接着琪姐就猛然揪起陈宇的衣领笑道：“要不要来我房间，我带你去看些好看的。”陈宇闻言连忙拼命摇头拒绝道：“不用了。”就在琪姐感觉无聊准备转身离开之际，陈宇连忙开口道：“对了，帮我找到学校了吗？”而琪姐则没好气的摇头道：“哪有那么快。对了，你修行的怎么样了？既然要参加武者高考，可不能放松修炼哦。”一想到自己今天的艰辛修炼，陈宇立即信心满满的应道：“今天修炼的成果很丰硕，进步超级大，我修炼的可辛苦了。”随后七姐便点了点头开口道：“对了，有看今天的新闻报道吗？341B 时空门里面有非常强的辐射，死了不少人，小奶狗千万不要调皮随便靠近那边哦。”陈宇闻言不禁眉头一挑，在心中暗道：“很强的辐射吗？那简直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啊。”
男人为了变强，居然来到核辐射重灾区，并且还将防辐射层关闭，让核辐射侵袭自己的身体。就在刚刚，陈宇就消费了一波，穿上辐射防护服后，就来到了341B 号时空门，望着不断有伤员出来的传送门，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想不到这个高武世界竟然有这么黑科技的事物存在。传闻致死率最高的倾城是341B 号时空门，因为太过危险而导致前来探险寻宝的武者数量急剧减少，当下还能来光顾的，可以说都是不要命的狠人。时空门内蕴含极强的辐射，可以说是有去无回，伤亡率这么高的情况下还能有人来，想必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宝藏，真是疯狂啊。当即陈宇就脸色一阵，暗暗嘀咕道：希望我不会成为那些伤员的其中一员吧。就在这时，一旁的研究人员忽然来到陈宇跟前，为他进行防护服的使用讲解。首先请扭动您胸前的防辐射启动键，这样防辐射层就会启动完毕，接下来您就可以在时空门内自由行动了。随后陈宇也没再浪费时间，直接朝着传送门走去。在进入到341B 号时空门后，陈宇不禁感觉这里面简直就像是身处电影里面的太空基地一样。下一刻，陈宇忽然感觉体内传出一阵酥麻感，顿时他就双脚一软。此时陈宇感觉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撕裂感，而且还感到眩晕，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在灼烧。见陈宇刚进门就瘫软在地，一旁的小嘎嘎不禁没好气道：这位小兄弟没事吧？又是个不自量力的小年轻，近期那么弱就不要随便进时空门了。然而下一秒，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迅速起身，而一众小嘎嘎顿时原地炸裂：臭小鬼，你是傻瓜吗？不要戏弄人啊，混蛋！此时系统不断响起各种属性的增加提示，仅仅只是在门口待了一小会，就已经变强了不少。当即陈宇就乐呵呵地往里走去，同时暗暗窃喜起来。果然，诅咒把强烈的辐射反转成为增益，简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舒爽感啊！在深入到含有人迹的区域后，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根据公开的情报，如果越往里面前进，辐射会逐渐增强，基本上没有武者再敢往前走，探险寻宝的活动范围因此也就被限制在时空之门入口附近。越往里走，陈宇越发能感受到辐射源的强烈。他目前武者等级还不高，他不知道身体承受这么强的辐射到底会不会有损伤。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陈宇抛于脑后，他感觉就算有伤害，随之而来的增益也是可观的。一想到这，陈宇的脚步不禁加快了几分，就这样往辐射源冲吧，今天必须要让自己的修炼有收获才行。再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大门前，陈宇不禁嘀咕了起来：这附近一个人影都没看到，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紧接着陈宇就直接进入其中，望着空无一人的空间，陈宇立即决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大展身手。接下来陈宇怀着忐忑的心情，直接将防辐射层的开关给关闭掉。下一刻，陈宇感觉那种恐怖的感觉开始全面袭来，高强度的辐射直接和身体进行亲密接触，虽然痛苦和增益在同时发生在陈宇的身上，不过他也感觉自己此时显然正在经历进化。在足足享受了3个小时辐射后，陈宇满脸享受的感叹道：这简直太爽了，这算哪门子的辐射呀。此时他的综合属性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增幅，常人所心惊胆寒的辐射对于他来说竟是大补之物啊。陈宇感觉现在自己根本就是被成群的推拿技师按摩，舒筋活络又排毒养颜。随后陈宇便准备打道回府，修炼了大半天，除了静气外，气血、健康度、免疫力和力量，甚至是皮肤强度都得到了巨大的增强。然而就在陈宇打道回府之际，却忽然看到不远处的一男一女正在进行着缠斗，二人打得有来有往，可谓是势均力敌。在一番短暂的试探之后，双方立即拉开距离。金毛男在分开后不禁讶异道：小丫头片子，身手不错嘛。身为八荒家族千金的八荒瑶，虽然一副未成年模样的小女孩，但她却满脸冷峻道：你们这些家伙到底是谁？而金毛男闻声却不屑的冷笑道：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八荒家族的千金大小姐，这就够了。紧接着金毛男就大喝道：赶紧把这臭丫头拿下，卖给公平会拿个好价钱。可智力底下的小嘎嘎却一边发动袭击，一边得意道：让你看看我们乐维集团的恐怖。下一刻，八荒瑶直接一脚将绿毛男给直接踢飞，同时冷声道：乐维集团是吧？我记住了。见八荒瑶的战力如此了得，金毛男立即开始凝聚静气，同时开口道：施展无法，一起上。可二人的无法还没来得及施展，八荒瑶就快速从一旁冲出，一个肘击瞬间干翻一人。此时金毛男亦已然使出了武技赤手，赤红的静气凝聚于手上，朝着毫无防备的八荒瑶袭去。就在金毛男以为得手之际，八荒瑶的身形却忽然化作一团荧光飞碟，瞬间消散在原地。还没等金毛男弄明白是什么回事，八荒瑶的身影就来到了他的头顶，武技闪蝶猛然踢下，而金毛男猝不及防，直接就被命中后背，瞬间就被轰到口喷番茄酱。金毛男在艰难的爬起身后，不禁满脸不可置信道：不亲自领会过，真难看得出这丫头的斤两。就在八荒瑶准备逼问金毛男之时，他的脸色忽然突变，紧接着八荒瑶就忽然被辐射入侵，直接瘫倒在地。而金毛男则哈哈大笑起来：我好像想起来了呢，似乎是一开始袭击你的暗器划破了你的防护服呢，运气真好。知道为什么大小姐你的辐射防护服会破了吗？
在你进入时空门前，我们就已经在你的辐射防护服上偷偷做了手脚，只要用力攻击便可使防护服迅速造成破损。没有了防护辐射层的保护，八荒家的千金也不过是只小绵羊啊。当即金毛男就满脸兴奋地爬向八荒瑶，同时狞笑道，这身段真不愧是八荒家的千金，在把你高价卖给公平会之前，就让我先开开荤吧。然而就在金毛男就要得手之际，一只大手忽然从一旁伸出，牢牢将他给抓住。就在八荒瑶就要昏迷之际，他隐约听到一名男子的喝止声，给我适可而止，人家还是如花似玉的女孩。隐约间，八荒瑶在失去意识的最后时刻，似乎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子挡在自己的身前保护他。炸了炸了，男人的美女姐姐居然要和秃头大叔订婚了。就在刚刚，经过辐射洗礼的陈宇随手一拳就打出了 0.6 级的静气数值，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陈宇觉得这样下去考个京大不是问题。一想到和邢碧的约定，他立马就暗暗期待邢碧帮他舔鞋的一幕。一想到这，陈宇不禁兴奋地爬上窗户准备回到店铺内，可下一秒陈宇就忽然当场愣住了。只见七姐打着哈欠刚从床上起来，而陈宇则一脸懵逼地暗道，走错房间了吗？紧接着陈宇就连忙夺门而出，同时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先下去开店，还是老样子。七姐在下楼后便直接离开，并表示自己要去给陈宇找学校，而陈宇见状连忙恭送道，辛苦辛苦，您慢走。紧接着他就打开抽屉，将自己收获的几千块全部放入抽屉，然后便熟练地拿起货架上的华子嘀咕道，摸到的4000块正好购买4包，可以挑战一下我的极限。下一刻陈宇便直接打开一整包，一次性全部点燃。紧接着他就找来一个喇叭，把华子将喇叭口塞满，狠狠地来上一口，顿时系统就不断响起受到恶性毒气侵袭提升属性的提示。与此同时，乐维集团内，金毛男跪在地上慌张解释道，老板，绑架八荒家大小姐的计划失败了，有人救走了他。可男子却直接掏出家伙将金毛男干翻，同时冷声道，废物，谁干的？给我找出来，我要他生不如死。而看了半天电正睡得正香的陈宇却忽然被电话给吵醒，在接通电话后，他的母亲连忙告诉他陈思文要订婚的消息。一听到这个消息，陈宇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就急忙关电往家里赶。可当陈母看到陈思文领回来的秃头大叔后，顿时就懵逼了。就在这时，大门忽然猛地被推开，同时传出陈宇的声音，这门婚事我不同意。紧接着陈宇就狞笑道，我好歹看着我姐出生，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她长大的，对于未来的姐夫应该可以问些问题吧。紧接着陈宇就摆出一副审讯的姿态开口道，放轻松，我就随便问问，先说说你的基本情况。王守德则满脸从容道，我叫王守德，34岁，是你姐的老板儿子，一套别墅几套房，车也很多，存款够养活你姐一辈子。陈宇闻言不禁眉头微皱道，你看上我姐什么？一听这话，王守德顿时忍不住了，性格很大，身材很圆，嘿嘿嘿。当即陈宇就脸色一沉开口道，就这吗？王守德见状连忙讪笑道，还有你姐的温柔。紧接着陈宇就拍了拍王守德的肩膀开口道，太遗憾了，这门婚事恕我不能同意。话音刚落，陈思文立马就揪起他的耳朵就要往房间走去。来到房间后，陈思文立马没好气道，陈宇，你到底想干嘛？而陈宇则挑了挑眉质问道，你和他订婚是因为喜欢吗？还是想当伏地魔让他帮我买增气丹？见陈宇识破自己的意图，陈思文不禁喃喃道，你不懂，普通人的生活太难了，某些心照不宣的交换比所谓的感情重要的多。高考没剩几天了，你需要钱，家里也需要，我也需要。在听完陈思文的说辞后，陈宇忽然猛地推门而出，同时开口道，姐夫，我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了。紧接着他就拉拽着王守德往外走，同时开口道，作为赔罪，我带姐夫出去逛逛。很快陈宇就带着王守德来到了室内豪华的足浴城外。王守德见状不禁眉头一皱，你要我送你来的地方竟然是足浴城？陈宇则干脆地承认道，对啊，以前想来但是太贵了。一进门，服务员立马就朝王守德低声道，最近来了个新人，超级带劲。可王守德却忽然叹息道，算了，今晚不太合适，那可是我未来小舅子。服务员则眉头一挑建议道，一个小屁孩而已，灌几杯就好了。一进房间，王守德立马掏出钞票大笑道，今晚的目标是让宇哥开心，谁让他喝一杯我就给1000。话音刚落，一个身材澎湃的小妹立马坐到陈宇身旁开口道，宇哥，喝了我这杯酒吗？就在陈宇懵逼之时，美女忽然转到陈宇跟前挺身道，酒在这呀。话音刚落，陈宇立马豪气的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系统顿时就响起提示，清醒加5，健康加2。见陈宇这么上道，旁边的妹子立马就围了上来，宇哥，你不能只喝他的不喝我的呀。在连喝了几杯后，陈宇忽然笑呵呵的开口道，姐夫，美女们喝一杯你给1000，那我喝一杯你给多少啊？闻言，王守德直接大手一挥，往桌上丢下一叠钞票开口道，你喝了这3万就是你的了。当即陈宇就再次一饮而尽，同时在心中暗道，差不多也玩够了，该醉了。随后陈宇便佯装醉酒，直接瘫软在桌子上，而王守德立马迫不及待的高呼，美妙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在王守德开始尽情享受的时候，一台手机已然被陈宇摆好了位置，只见直播间内一片白花花，让一众网友鼻血流个不停。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而一脸懵逼的王守德直接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男人仅仅只拥有 0.3 级的静气修为，居然就敢无脑挑衅二级武者来攻击自己。就在刚刚，金毛男眼看就要将八荒瑶给拿下，可多管闲事的陈宇却忽然出现拦下了他。陈宇在将金毛男阻拦下来后忽然开口道，作为武者应当戒色，可恼怒的金毛男根本就懒得搭理陈宇，随手一挥就将他瞬间拍飞。当即陈宇就眉头一紧，好家伙，搞偷袭是吧，那我先告辞了，改日再和你秋后算账。话音刚落，陈宇脚下猛然一跃，一个右边腿狠狠地朝着金毛男扫去，可金毛男抬手一拳就暴砸在陈宇的脸上，直接就将他的攻击给打断，同时帮他提升了400多点血气值。见陈宇如此弱鸡，金毛男不禁狞笑道，作为耳机武者的我，纵使难敌八荒家的千金，对付你这种静气这么弱的臭虫可不在话下。可不服气的陈宇却并不打算放弃，起身对着金毛男又是一个左正蹬，可奈何陈宇的静气等级太低，再次被他给一拳揍飞，顿时就受到了700多点的气血加成。不过陈宇在受伤的同时可以获得增益，他根本就不虚，再次起身继续硬刚。不过武者等级的差距太大，陈宇只有挨揍的份。不断的提升气血值，在暴揍了陈宇好一会之后，金毛男不禁累得气喘吁吁了起来，真是见鬼，明明每一次攻击都是拳拳到肉啊，他怎么还能站起来。被弄得有些不耐烦的金毛男立即就将另外两名小嘎嘎换来，一同使出无法虫迷摔，准备将陈宇给解决掉。眨眼间，三道漆黑的静气就同时从三人手中迸发而出，径直袭向一脸懵逼的陈宇。当即陈宇就被能量给侵入体内，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然而就在这时，系统忽然不断响起因为受到诅咒衰弱获得临时状态提升的提示，当即陈宇就感觉浑身一阵酥麻，他不禁暗暗感叹道，好特么的舒服啊。与此同时，金毛男忽然满脸得意的大吼道，只要中了这套重迷衰的虚弱无法，便会成倍的让人身体沉重，器官虚弱以及静气浑浊不堪，怎么样，开始眼前一黑了吧。可陈宇已然沉浸在临时提升的快感当中，他不禁暗暗感叹，金毛男真是大大的好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当即陈宇就连忙对三人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同时嘲讽道，你们就这么点能耐吗，再来几下我都没问题哦。此话一出，三人顿时就被激怒了，臭虫，我要宰了你，都给我再来一次重迷衰。下一刻，陈宇再次用肉体将重迷衰给硬扛了下来，在享受着临时增益的同时再次讥讽道，逊毙了，还不够。见陈宇这么欠揍，金毛男等人顿时就急眼了，当即三人就再次使出重迷衰，同时开口道，再来，爆发出最大静气，用尽全力。顿时陈宇就再次发出阵阵哀嚎，身体各项属性立即就获得大幅度的临时提升。而后三人不断对着陈宇施加无法，陈宇很快就撑不住，浑身酥麻到根本站不起身来。见此情景，金毛男立马就走到陈宇跟前冷声道，臭虫，终于肯倒下了是吧。紧接着金毛男就开始催动武技，同时凝声道，现在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篮球打，这件事我可以吹2年半。话音刚落，陈宇忽然猛地起身，抬手对着他就是一记断子绝孙拳，直接轰在金毛男最脆弱的位置之上。在剧烈的疼痛感涌出的瞬间，金毛男立即就当场昏迷了过去。而另外两名小嘎见状立即就慌了起来，而被虐了那么久的陈宇立马就开始痛打落水狗模式，直接一拳就将金毛男给当场干翻。紧接着陈宇就猛然飞身一跃，一个右边腿直接踢趴绿毛男，一个左正蹬一脚踢晕最后的小嘎嘎。在轻松解决掉三人后，陈宇不禁拍了拍手道，真没劲，两三下就躺地上了。随后陈宇便开始搜刮三人身上的东西，可没想到身为二级武者的金毛男却只有可怜的4000大洋和一张卡，眼看八荒瑶就要不行了，陈也连忙将他抱起往外走，同时无奈道，真是麻烦，还得把你送回去。男人沐浴完和辐射后准备离开，可竟被医护人员要求脱裤子检查。就在刚刚，陈宇英雄救美将八荒瑶给带了出去，见八荒瑶昏迷不醒，门口的医护人员立马就急了，她是八荒家的大小姐，快联系医生。望着被医护人员带走的八荒瑶，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我可是人意已尽了，剩下你的自己加油了，接下来我该干正事了。快，陈宇就回到辐射区深处，然后直接将身上的防护服脱掉，同时感叹道，沐浴更强的辐射，修炼成为更强的武者，将来我一定比你们强。顿时系统就弹出一连串身体强化的提升属性，陈宇的身体强度再次迎来了飙升。听着不绝于耳的提示音，陈宇顿时乐开了花，如此增长下去变得又肉又有力气，我要这静气有何用吗。陈宇望着自己随意一拳所带出的拳风，不禁讶异道，这强劲的拳风正所谓一力降十会，大力出奇迹啊。然而就在这时，陈宇发现自己的鼻子忽然流鼻血了，当即他就愣住了，这是咋回事啊，怎么流鼻血了。与此同时，系统的增幅也从三位数变成了个位数，陈宇见状不由暗暗猜测起来，数值的增幅居然减少了，是身体超过了承受的极限吗？这就比如一个人掉入岩浆内，无论增加了多少气血，也改变不了他被融化的事实吧？是我身体增强后，抵抗住了一部分辐射伤害吗？一想到这，陈宇连忙就将防护服穿上，然后快速朝着入口处跑去。完犊子了，不能再浪了，先离开这个秘境，得去清洗室把辐射清除干净先。很快，陈宇就来到了辐射清洗室。紫发女在看到陈宇后，立即笑眯眯的开口道：“请把衣服脱了放这里，我们要检查并清除你身上的辐射，防止造成后续伤害。”闻言，陈宇立马就开始麻利
的将那套防护服给脱掉，露出经过强化的完美肌肉。见陈宇的身材这么炸裂，紫发女不禁眉头一挑，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宛如雕刻般的完美体魄。当即紫发女就朝陈宇再次开口道，这位先生，这是全身检查，请你把裤子脱了吧。此话一出，陈宇立马心头一震，辐射清洗是真的要脱光才能清除辐射吗？当即他连忙拒绝道，休想，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紧接着三名医护人员就将他给围了起来，不断感受着陈宇身上那完美的肌肉。紫发女更是主动的提出要帮陈宇免费补课，可陈宇却十分潇洒的转身离去，同时拒绝掉这个让他心动的项目。而陈宇在离开了辐射清洗室后，不禁暗暗后悔道，测试辐射对实力影响的机会有很多，可艳遇只有一次啊。就在这时，不小心走到舞者测试间门口的陈宇却忽然被身后的小嘎嘎给喊住了。在认出了陈宇后，小嘎嘎忽然鄙夷道，我好像见过这人，听说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高考前被开除的人。当即二人就开始狂笑不止，而且还是史上最低分，谁也打不破这个记录，哈哈哈。可陈宇却忽然很礼貌地握住二人的手，同时开口道，前辈教训的是晚辈实力低微，正想向二位请教呢。随后二人便带着陈宇进入到了舞者训练间，然后主动提出要教陈宇怎么使用这些设备。紧接着金毛男就猛然一拳轰击在测试仪器之上，而仪器上立马就显示出舞者等级为 0.2 级的数值。随后一旁的小嘎嘎忽然狞笑道，不如我们打个赌吧，我赌你的实力超不过 0.2 级舞者，输的人就在这里裸跑三圈，如何？而陈宇一听到这话，立马就哈哈一笑，直接答应了下来。紧接着陈宇轻轻一拳轰出，机器就显示出了 0.3 级的静气，二人顿时就看着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当即金毛男就直接拿起检测板，满脸不可置信道，一定是机器坏了，我亲自那测试仪，你打这个。见金毛男主动送死，陈宇立马就开始凝聚静气，同时狞笑道，那么前辈你可要小心了。下一秒，陈宇就迅猛地轰出一记重拳，直接就将金毛男给暴砸到墙上。而一旁的小嘎嘎在看到检测仪上显示着 0.6 级的进气结果，顿时就傻眼了。就在这时，陈宇猛然转身朝着他咧嘴一笑道，前辈到你咯，这次我们测测力量吧。话音刚落，陈宇脚下一蹬再次出拳，哪怕不用进气，光凭肉身的力量，他此时的力量值已然高到离谱。下一刻，两名小嘎嘎就被陈宇给熟练的包光绑在了一起，暴露在众人的视线当中。男人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竟孤身一人硬闯乐维集团。就在刚刚，陈宇忙碌了一速将王守德送进警察局后，便连忙赶回了店铺。可他一进门，就看到琪姐坐在他的工位上淡笑道，你上学的问题解决了。一听这话，陈宇顿时激动了，什么是哪所学校啊？可琪姐却忽然伸出玉足撩拨道，先想好怎么报答我吧。此话一出，陈宇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他这是在暗示我以身相许吗？他不由越想越兴奋，难道天国要降临了吗？然而就在这时，送货司机的到来打断了他的思绪。就在陈宇清点完货物正准备回店内之际，他身后忽然出现了三道人影。在看到陈宇后，小嘎嘎忽然低声道，老二老三，确认目标地点和目标人物了吧？就是他对吧？当即杀马特三人组就从巷子中走出，喊住了准备回店的陈宇。而陈宇闻声不禁停下脚步，然后满脸疑惑道，你们是谁啊？话音刚落，三名小嘎嘎忽然摆出集其中二的姿势呐喊道，我们是杀马特战队，在341B秘境里破坏绑架八荒千金的计划，还把咱的兄弟打成残废，简直是从头侮辱到脚趾般，让人无法容忍。一旁的金毛男忽然建议道，老大，我们直接进烟店里灭口吗？红发男却恼怒道，笨蛋，头给咱下达的指令是活抓，然后再把陈宇这小子的第三条腿打废。一听这话，陈宇的脸色立马就大变了，你们刚刚说要淹了我吗？可杀马特战队却没打算继续废话，三人脚下一动，立即就朝陈宇冲去。可陈宇却丝毫不慌，一个左正蹬，右边腿，最后一个左刺拳，直接结束战斗。见此情景，红发男顿时就慌了，竟然能两下就让身为一级武者的老二和老三当场殉职，你到底是几级武者？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针对我们？而陈宇当即就摩拳擦掌鄙夷道，哦豁，打不过就恶人先告状啊，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你们找身为八级武者的我有什么目的？红毛男闻言不禁暗暗震惊道，竟然是八级武者，难怪组织这么急着对付他。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我们只是想请你回去，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谈合作。可下一秒，红毛男却忽然反应过来，大骂道，不对，哪来的八级武者一说，你这混账，你一定是在欺骗我，出来混，最重要的是讲义气，我今天就算是死被你干翻在这，我也不会出卖老板一点东西。可在陈宇那暴力的拳头之下，红发男很快就改口了，我们乐维集团是 341B 倾城时空门的股东之一，你在秘境里破坏了我们绑架八荒加千金的计划，还打伤了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才会锁定你。陈宇见自己惹上了大集团，不禁眉头微皱道，原来你们和那三个家伙是一伙的，亏你们乐维集团还是民企，没想到背地里是干这种勾当。而红发男顿时就底气十足的开口道，你最好乖乖跟我到乐维集团走一趟，不然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就算你能保住自己，但你也不想你的家人出事吧，以我们集团的势力，想让你们一家三口在这世上悄然消失，简直易如反掌。此话一出，陈宇的脸色瞬间一变，他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一会，警察局的警员忽然高呼道，队长不好了，外面，你快看外面。只见已经被曝光的杀马特战队三人被牢牢的捆绑在了电灯柱之下，而上面的录音设备不断播放着红发男刚刚所说的一切，而陈宇
在解决杀马特战队后不禁升起了危机感，没想到会摊上这么大的麻烦。在来到了同生典当铺后，陈宇暗暗决定道，敢威胁我的家人，不把乐维集团斩草除根是不行了，必须采取行动。就用秘境袭击八荒千金的那几个人搜刮来的钱，再加上老姐的秃头男朋友给的好几万来采购点家伙吧。而老板见陈宇这么年轻，不禁眉头微皱道，欢迎光临，客人需要典当还是采购呢？早有准备的陈宇立马就掏出一张清单开口道，这是我需要的东西，你这有吗？老板在看完陈宇的清单后不禁讶异道，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生猛的家伙呀，不必说有没有，只要阁下有票子，在咱这黑市里头管够。画面一转，乐维大厦内，小嘎嘎正恭敬的汇报道，头，今天咱派出去抓捕目标人物的三个武者被送进局子里了。而眼镜男在听完后不禁厌恶道，知道了，条子那边有我的人，我自会安排处理。说完，眼镜男忽然语气冰冷道，通通都是吃干饭的废物，连一个高中生都对付不了。紧接着眼镜男就再次开口道，联系二级武者的雇佣兵杀手，送他全家上西天。在眼镜男安排好了之后，一旁的小嘎嘎便恭敬拿着红酒开口道，头，珍藏的红酒已经醒好了，请您慢用。望着杯中的极品红酒，眼镜男顿时笑了起来，芳香醇厚，不愧是红酒中的极品，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区区毛头小子竟胆半路阻碍我们暗算八荒加千金和乐维集团作对，我要扒了他的皮。下一秒，刚把红酒喝进嘴的眼镜男忽然猛地一口将其喷出，紧接着他就满脸恼怒地质问道，这是什么，怎么会有一股尿骚味？小嘎嘎见状连忙解释道，不可能啊，这是今天才拆封醒酒的高级红酒啊。怎么会？当即眼镜男就将酒壶砸到小嘎嘎的头上大骂道，饭桶，采购部是不是买假酒做假账了，快给我查。然而就在小嘎嘎准备出门之际，大门却忽然被猛地一脚给踢烂。见此情景，众人顿时就愣住了，他们完全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硬闯。而已经全副武装的陈宇却缓缓从门外进来，同时冷笑道，怎么样，本大爷的童子尿芳香醇厚，口感诱人吗？男人仅仅只是随手丢了个手榴弹模型，居然就把乐维集团的老大给吓尿。就在刚刚，陈宇孤身一人闯入到了乐维集团当中，眼镜男在看到陈宇后立马就眉头一皱，乳臭未干的小子，今天弄了我的人现在倒是送上门来了。而陈宇则眉头一挑淡笑道，你们不是来找我吗？我来了。随后陈宇忽然贼兮兮的开口道，本大爷的尿好不好喝呀？此话一出，眼镜男顿时就炸了，卧槽，你这混蛋居然在这么高级的红酒里掺了尿。当即眼镜男就大手一挥命令道，给我上，把这小子抽筋扒皮。顿时小嘎嘎就将陈宇给团团包围了起来，而早有准备的陈宇却丝毫不慌，猛然拿出一瓶喷雾开始朝着四周喷洒了起来，顿时就爆发出阵阵哀嚎，我的眼睛。见此情景，眼镜男不禁咬牙切齿道，防狼喷雾，就凭这点过家家的手段也敢单枪匹马来？而手持价值5000大洋的超高浓度辣椒加芥末混合喷雾的陈宇却忽然咧嘴笑道，这可不是拿来奖励你们的。话音刚落，陈宇就拿起喷雾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阵猛喷，下一秒一整瓶喷雾就被他给用光了，瞬间就获得了 90% 的动态视力提升。见陈宇这么丧心病狂，眼镜男顿时就炸了，这家伙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剩下的人快给我拿下他。话音刚落，数名小嘎嘎立马就再次将陈宇给包围了起来，而获得视力提升的陈宇却不断在人群中躲闪出击，小嘎嘎根本无法伤及他分毫，哪怕小嘎嘎前后夹击，陈宇也能从容应付，打得对面毫无招架之力。见陈宇这么能打，眼镜男顿时就看呆了，这些可是人均一级的贴身安保武者呀，竟然瞬间放倒了。当即眼镜男就不可置信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可能只是一个高中生那么简单。而轻松解决小嘎嘎的陈宇则淡然道，你这问题挺好回答的，我是好人，而你是坏人。话音刚落，陈宇便猛然抽出身后的长剑，直接飞身袭向眼镜男。可在陈宇就要落下之际，一只拳头忽然猛地轰出，暴砸在他的脸上，攻击被打断。陈远不禁恼怒道，什么人？而眼镜男见救星来了，不禁松了口气，太好了，你终于来了，这钱花的值了。身为三级武者的克里斯在拦下陈宇后便默然道， Boss， 很抱歉救驾来迟，小子你也别太狂了。而陈宇则直接飞身跃起，同时冷声道，哪来的300斤白皮猪，把你切了做成烤肉。克里斯却站在原地，直接使出武技无望相手，顿时无数道由静气凝实而成的掌影就不断掠出，轰击在陈宇的身上。紧接着克里斯猛然抓住停滞在半空的陈宇，再次使出武技重力被摔，直接将他暴砸在地上。见陈宇被打趴，眼镜男立马就激动了起来，干得漂亮克里斯，今年分红的奖金一定大大的有。而克里斯则淡笑道，静气、敏捷度、力量、反应力一塌糊涂。随后克里斯就居高临下狞笑道，这种程度也敢单枪匹马来乐维集团，真是蠢货。下一秒，陈宇忽然猛然起身，抬起长剑就想要偷袭眼镜男，却被克里斯一把抓住他的武器。当即克里斯就默然道，别再心存幻想了，能想到偷袭固然不错，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眼镜男见状立马大笑了起来，太好了，克里斯你控制住他，让我来解决他。话音刚落，眼镜男就猛然从身上掏出武器，直接瞄准了陈宇的脑袋。
可下一秒，眼镜男的脸色就忽然突变，直接愣在了原地。只见陈宇果断将手中的手榴弹拉开，然后严肃道：“老实点，再动我就松开，大家一起死。”不过眼镜男却不以为然道：“唬谁呢？有种你就松手啊！”话音刚落，立马就响起咔嚓一声，陈宇的手中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无比夺目的光芒。被亮瞎眼的二人当即就爆发出一阵惨叫：“畜生，竟然是闪光弹！毛头小子，我要把你撕碎！”与此同时，系统忽然响起提示音：受到强光伤害，临时视力加4600；受到音波伤害，临时听觉加2700；临时平衡性加1700；临时精神稳定加4700。当即陈宇就揉了揉脸，淡淡笑道：看来我想的果然没错。紧接着他就抄起长剑朝着克里斯冲去，同时冷笑道：原来三级武者也害怕闪光弹，而已然暂时失去视力的克里斯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陈宇的长剑就已然朝着他的要害部位劈砍而去。下一秒，长剑猛然落下，立即就响起咻的一声，被一分为二了。顿时克里斯就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讨厌，人家不想当女生。当即克里斯就无比愤怒地朝陈宇所在的位置轰出一拳，可敏锐的陈宇直接一个下蹲躲开了攻击。紧接着陈宇果断猛然出拳，朝着克里斯受伤的部位再次发动攻击。下一秒，立即就响起了弹碎的声音，剧烈的疼痛哪怕是三级武者也无法承受，当场就晕厥了过去。而眼镜男见状立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统统都是废物，花那么多钱请了一群废物武者当安保。就在这时，陈宇已然来到眼镜男跟前冷声道：要我死的是你，想动我家里人的也是你，为绝后患，我只能除掉你。此话一出，眼镜男连忙就摆出一副后悔莫及的表情，哭诉道：谋划这件事的人是我，和乐维集团无关，我知道错了，我希望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想做个好人。在听完眼镜男的哭声和哀求之后，陈宇忽然陷入了沉默当中，而后陈宇忽然将武器收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的转身道：但愿你能洗心革面，别再作恶了。而跪倒在地的眼镜男虽然嘴上不断说着感激的话语，但他内心却暗暗发誓道：蠢货，今天我受到的羞辱一定要让你千百倍奉还。一想到这，眼镜男立即咬牙切齿低声道：明天就把你们全家拿去喂狗。就在这时，刚走到门口的陈宇忽然朝身后丢出一枚手榴弹，同时默然道：我反悔了，你还是去死吧。眼看手榴弹落地后不断翻滚，眼镜男顿时就急了，连忙拔开腿就跑。在来到窗户旁后，他果断一跃，企图冲破玻璃逃生。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身处在33楼，这一跃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听着窗外不断传来的惨叫，陈宇不禁暗暗吐槽道：什么傻叉，这智力还乐为集团老板呢，怎么会有胆子绑架八荒家的千金，怎么连我花10块买的塑料玩具手榴弹模型也害怕呀。来了来了，恐怖的兽潮大军居然要来了。就在刚刚晚餐时，琪姐忽然关心道：还有10天就高考了，实力提升的怎么样，能考上大学吗？而陈宇则自信道：以我的实力拿个状元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七姐闻言不禁淡笑一声，挑眉道：打个赌吧，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就帮你进阶成男人。一听这话，陈宇立马就激动道：皇天在上，我与赌毒不共戴天。与此同时，城外的荒野地区，数只异兽正对着一个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山洞不断发出阵阵咆哮。而被围困在其中的行地忽然开口道：异兽已经集群了，最多10小时星城就要被兽潮淹没了，自然是要快点把消息带回去。金毛小嘎嘎闻言不禁脸色难看道：那我怎么跟你把消息带回去啊？而行弟则咬了咬牙开口道：带消息不是一个人就够了吗？一听这话，小嘎嘎顿时就急了：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我背着你跑吗？而行弟则默然道：现在确定兽潮出现，将消息传出去才是最重要的。紧接着行弟就搭上了金毛男的肩膀冷声道：一个武者的最终结局不就是战死吗？在偷摸给金毛男贴上一张绿色纸张后，行弟便再次开口道：你现在只会降低我突围的成功率。闻言，金毛男顿时绝望的大吼道：滚吧，逃命去吧。见金毛男愿意留下来，行弟顿时咧嘴笑道：人类会记住你的牺牲的。紧接着行弟就凝聚静气，猛然冲天而起，将岩层给破坏掉，朝着城内飞速逃亡。在行弟出现的瞬间，包围着山洞的异兽立即就开始发出咆哮之声，朝着他追去。然而就在这时，山洞之内却忽然冒出一阵绿光，四周的异兽顿时就被吸引住了注意力，望着身后那张不断发出绿光的纸片，金毛男不禁瞳孔一缩：诱饵，竟然拿我当诱饵。眨眼间，异兽群就朝着山洞内涌去。而因此顺利逃亡的行弟则冷笑道：倾城几十万百姓感谢你的贡献。与此同时，倾城政府大楼内已然召开了紧急会议，负责人在召集人员后立马开口道：行弟可是倾城大学的高材生，国家重点培养的天之骄子，行弟小队活生生的一群人竟在倾城失踪了。当即负责人就恼怒道：4天了，挖地3尺也该找到了吧。则小嘎嘎则脸色难看道：行弟小队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危险区，大概是凶多吉少了。然而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开，只见浑身伤痕累累的行弟满是血污，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见行弟显然是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的，负责人顿时激动道：你去哪了？怎么弄成这样？而行弟则捋了捋头发淡然道：我们小队的侦查任务是到城外调查异兽，除了我，剩下的3人全部牺牲了。随后行弟将头发上的污水给挤出来后再次开口道：兽潮要来了，而且这次的目标是倾城市。此话一出，
负责人顿时就慌了，我们行地小队深入危险区，得到了受潮规模、行进方向、移动速度、实力划分、种族组成等众多宝贵情报，而行地则走到负责人跟前默然道，拉响全程防空警报，准备搏命吧。男人为了守护家人，毅然选择加入军方和兽潮对抗。就在刚刚，行弼从荒野死里逃生，带回了兽潮来袭的情报。在行弼将兽潮的情报汇报之后，城内立即就响起了防空警报。七姐知道兽潮出现，必定会有大量的人丧命，当即他就拉起陈宇开始往外跑。可所有主干道都被封锁，同时传出呐喊，请所有人居家待命，优先撤离未成年以及孕妇。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颤，这就是人类为了应对兽潮制定出的残酷自救方式吗？一时间，哭喊声遍布全城，小孩被迫远离父母，进入到避难所中，而所有一级以上的武者被全部征调前往东城墙集合，而七姐则连忙将陈宇塞进出租车，让司机顺路送他去学生避难所。当即陈宇就连忙询问道，那你去哪里？七姐则头也不回的应道，东城墙。七姐逆着人群朝着东城墙跑去，哪怕一级武者在兽潮面前就是送死，也必须要去参加抵抗。很快陈宇就跟小女孩搭乘出租车来到了青城避难集中所。待二人下车后，司机连忙叮嘱道，只有你们活下去，武者的守护才有意义，你可千万别做傻事。而陈宇则连忙给他母亲打电话，妈，我到撤离点了，警察有说什么时候安排你们开始撤离吗？就在这时，忽然有人给陈宇扔了个背包，打断了他。随后陈思文环抱着双臂开口道，你不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撤离，来这干嘛？随后陈思文顿了顿，再次开口道，对了，家里的存折也放包里了，给你带了点生活物资，撤离的时候用得上。就在陈宇准备开口之际，陈思文忽然将他给抱住，同时开口道，傻子，兽潮来了，根本没有时间给第二批撤离的人，现实是残酷的，你要好好活下去。说完陈思文忽然泪流满面安抚道，妈还在家里等着，我要赶紧回去。望着陈思文离去的身影，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让家里人留下来等死，我自己一个人撤离吗？顿时陈宇就回想起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紧接着陈宇就朝东城区冲去，同时在心中暗道，没有家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个城不能破，绝对不能破。很快陈宇就来到了东城门下，指挥官正高声宣布道，所有一级以上的武者，你们的名单全都登记在册，临阵逃脱者直接枪毙。此话一出，一众武者顿时面面相觑了起来。陈宇也不禁暗暗嘀咕道，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当陈宇看到被押送的女武者后，不禁叹息道，贪生怕死才是人的本能啊。粉发女闻声顿时眉头一皱，恼怒道，你说什么？武者在一线对抗异兽，那就是在送死。紧接着他就猛然爆发出自己体内的静气，将押送他的士兵给震飞。下一刻，失去束缚的粉发女抬手对着陈宇的腹部猛然挥出匕首，同时冷声道，反正都要死，我先弄死你。而陈宇在系统的增益下却只是受了点轻伤，粉发女顿时就震惊了，怎么可能，匕首上的毒连二级异兽都扛不住的。紧接着陈宇就迅速出手，不停轰击在粉发女的身上，同时恼怒道，指挥恃强凌弱，真让我恶心。被打趴的粉发女立马就不甘心道，我只是想活，有错吗？而陈宇则居高临下道，城里那些在家里等死的人，他们难道就不想活吗？其他的武者难道就不想活吗？说到这，陈宇不禁微微抬头严肃道，如果每个人在危难当头的时候想到的只有自己，人类早灭绝了。说完陈宇直接飞身一踏，跃到城墙之上，望着眼前不断肆虐的恐怖兽潮，陈宇立马就抄起武器，再次开口道，只是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炸了炸了，小小的青城市居然惹来了恐怖的五级异兽。就在刚刚，指挥官在武者齐聚后便立即鼓舞道，同志们，青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愿意与你们一同捍卫青城的尊严，为了人类，为了青城，上城墙，开始守城。话音刚落，人类武者纷纷涌上城墙，人类与异兽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而陈宇则连忙往城墙上走去，同时在心中暗道，这就是战场吗？这肃杀的气氛让我浑身都凝固了一般。就在这时，一名老者忽然拦下了陈宇，上面都是异兽，很危险的，看你虚成这样，去了也是给异兽加餐。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侮辱，精神加42。陈宇闻声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头，会说你就多说点。而老头则干脆道，你就算没被异兽吃掉，其他武者还要花时间救你，废物要有废物的自觉。不过陈宇却眉头一挑，淡笑道，老头你说的对，不过吗，废物的是那些异兽。紧接着陈宇就无视老头的劝住，笑嘻嘻的边走边开口道，多谢你的提醒，经过你的安慰我已经没那么紧张了，我先走了。此时城内排列的自行火炮纷纷开火轰击着异兽，而陈宇则抄起长剑开始攻击企图突围的异兽。待陈宇登上城墙的瞬间，四周的异兽立即就锁定了他，还没等异兽出手，陈宇便手起剑落，疯狂收割那些靠近他的异兽。在经过一番扫荡之后，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老板娘呢？哪里都找遍了都没有，难道他没有上城墙吗？不可能啊。然而就在这时，一根细线猛然射出，陈宇依靠敏锐的身体反应躲开后，不禁暗暗心惊，会偷袭来的不是之前的小喽啰。眨眼间，陈宇的四周就被闪烁着寒芒的丝线给包围了，而偷袭他的赫然是一只二级异兽蜘蛛女，特有能力是蛛丝如利刃。下一秒，蛛丝猛然收缩，直接将陈宇给拉了起来。在牢牢抓住陈宇后，蜘蛛女立即狞笑
笑道：“你杀了我那么多同胞，我要慢慢折磨你，再把你碎尸万段。”陈宇闻言立即眉头一条，挑衅道：“你嘴挺臭的，不知道舌头会不会像脸。”话音刚落，恼怒的蜘蛛女立即操纵蛛丝，直接将陈宇给勒住。见陈宇不断挣扎，蜘蛛女立即笑出声来：“我这蛛丝越挣扎会越紧，你是逃不掉的。”与此同时，系统猛然弹出属性提升的提示，陈宇当即兴奋道：“你勒得我都不想出去了。”此话一出，蜘蛛女顿时就怒了，她直接将陈宇勒到跟前，并且用蜘蛛腿将其狠狠夹住，准备将陈宇给当场完结。而瞬间获得属性增幅的陈宇手起剑落，直接就将其砍翻。二级异兽根本就拦不住他，可还没等陈宇缓过神来，他的脸色忽然猛地一沉。那是什么怪物？只见他身后的异兽群中，一只体型无比巨大的狰狞异兽正朝着城墙冲击过来。这赫然是五级异兽狰狱毒蓝。指挥官见状连忙下令发射，伴随着近乎撕裂耳膜的巨响，城墙上的机枪立即全部瞄准那只五级异兽开始射击。刹那间，数千枚炮弹猛然划破长空，冲向黑雾之中，朝着异兽群落去。只见数千枚炮弹落入兽巢之内，瞬间炸起成片成片的火光，将冲锋的异兽全部轰成重伤。可仅仅片刻功夫，原本已经皮开肉绽的异兽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自愈。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这群异兽就已经全部愈合。城墙上的士兵见此情景，顿时就慌了，完了，彻底完了，这怎么可能打得过？与此同时，狰狱毒狼忽然猛地起身，昂起头，他的大肚子不断开始咕噜作响，瞬间就鼓了起来。下一刻，狰狱毒狼猛然爆发出一阵怒吼，在他张开嘴巴的刹那，无数团绿油油的液体就朝着城墙上喷出。望着扑面而来的绿色液体，哪怕是陈宇也不敢硬扛，直接拔腿就跑。液体落地的瞬间，厚重的城墙瞬间就被腐蚀出一个个大坑。而老者则朝着陈宇关切道：“你没事吧？怪物首领出现，我们这下完了，城墙下那只敢死队完蛋了。”一听这话，陈宇顿时眉头一紧，开口道：“你说敢死队，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当即陈宇就拿起武器朝着城墙下跑去，同时暗暗焦急道：“不会吧，老板娘不会跑去送死吧？”与此同时，城墙下的敢死队已然被异兽群给团团包围了起来，眼看就要全体阵亡了。而身为一级武者的琪姐赫然也在其中，正拿着武器不断抵抗着四周的异兽，可异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哪怕解决一头，瞬间又会涌上来数头。见此情景，琪姐不禁眉头紧皱道：“可恶，敢死队被包围了，完全牵制不了多少怪物啊！”然而就在这时，狰狱毒蓝的身影猛然从不远处探出，琪姐见状立马就被震在了原地，顿时她就满脸不可置信道：“怎么会？你杀了我丈夫后，我到处寻找你的消息，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当即七姐就迅速释放静气，同时大笑道：“我可是每天都在想你，想着怎么干掉你。”话音刚落，七姐猛然脚下一踏，径直飞身冲向了狰狱毒蓝。而正准备下城墙的陈宇立马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当即他就激动道：“找到老板娘了。”然而就在陈宇准备下去支援七姐之际，老者忽然拦住了他：“别去，去就是找死，来不及的。”而陈宇却直接从城墙上跃下，同时开口道：“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这人死心眼，不撞南墙不回头。”与此同时，七姐的全力一击狠狠地刺入到了狰狱毒蓝的眼睛当中，顿时他就大喝道：“试试静气在体内爆炸的滋味吧。”话音刚落，狰狱毒蓝的眼睛就轰然炸开，突如其来的爆炸顿时就将他给炸懵了。七姐见状不由眉头一挑，得意道：“看吧，你也不是无坚不摧的。”然而下一秒，狰狱毒蓝的眼睛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速愈合。望着扑面而来的狰狱毒蓝，七姐顿时就绝望道：“老公，对不起，我失败了，真是不甘心啊。谁都好，如果谁能来帮帮我的话。”不过七姐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直接闭眼放弃挣扎。然而就在这时，陈宇猛然从一旁闪出，荡在他的跟前，淡笑道：“老板娘，这就放弃了吗？”男人为了英雄救美，竟用肉体抗下了异兽喷出的毒液，并且还以此获得了临时提升，强行突破了境界。就在刚刚，陈宇为了救回琪姐，孤身一人冲下城墙应战五级异兽狰狱毒蓝。陈宇落地后就迅速抱起琪姐想要跑路，不过狰狱毒蓝却猛然朝着他挥出一爪，速度快到他根本躲不开，顿时就爆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陈宇直接就被这一爪子给狠狠的拍飞。狰狱毒蓝的力道很强，陈宇瞬间就被拍飞出异兽群上百米的距离。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重击，健康加1500，敏捷加450，静气加300。而陈宇在落地后立即就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经过系统的增益，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不过刚刚那一击不禁让他呼出一口浊气，赌对了，借助巨兽的力量突围离开他附近，还好不是致命一击，不然直接完了。而琪姐在回过神来后连忙揪起陈宇的一副焦急道：“没事吧，快给我看看伤口。”陈宇见状连忙开口道：“回家再给你看，现在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话音刚落，琪姐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她也意识到现在还没脱离险境。紧接着陈宇就掏出枪械，朝着不远处追来的异兽群开始疯狂射击。眨眼间，异兽群就再次将二人给包围了起来，不过狰狱毒蓝却被挡在了外围。陈宇见状当即出声安抚道：“放轻松，利用异兽做天然屏障，那只 boss 根本过不来。”闻言，琪姐连忙开始催动静气开始抵抗异兽群，陈宇则一边射击一边冷静道：“异兽是他手下，肯定不会吐毒误伤。”
在二人合力之下，很快就清出一条活路。陈宇当即就边逃边开口道，我们只要往城墙方向推进，就能成功突围了。然而就在这时，琪姐忽然脸色一变，惊呼道，陈宇你看后面。只见正玉毒蓝猛地发出一阵咆哮，身具腐蚀性的绿色毒液再次从他的嘴中喷涌而出。陈宇见状连忙一把抱起琪姐开始飞奔，而绿色毒液所过之处，异兽纷纷被融成骸骨。陈宇不禁无奈道，他怎么不讲武德呀，竟然完全不在意其他异兽的死活。见陈宇的跑路速度这么快，正玉毒蓝顿时就怒了，不断的朝他喷口水。不过陈宇的身体素质已经远高于寻常武者了，他不断的起落走位，尽量保护琪姐不被绿油油的口水碰到。不过正玉毒蓝的攻击十分密集，尽管陈宇已经很小心，还是被溅到了身上。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不明毒液攻击，临时健康加400，临时敏捷加500。就在陈宇愣神之际，一根猩红的舌头忽然席卷而来，直接卷起了琪姐的长腿。紧接着正玉毒蓝就迅速甩动舌头，直接将琪姐抱砸在地上。实力只有一级武者境界的琪姐顿时就喷出一大口番茄酱，瞬间进入重伤状态。见琪姐失去了行动能力，正玉毒蓝猛然张开巨嘴，一大口绿色毒液再次喷出。琪姐望着扑面而来的毒液，只能呆滞的愣在原地，她现在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在这时，陈宇忽然从一旁冲出，直接用后背挡住那发恐怖的毒液。在后背遭到腐蚀的瞬间，陈宇立马就爆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望着陈宇奋不顾身的身影，琪姐立马就急了，你疯了吗？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此时陈宇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身体不断冒出阵阵浓烟，眼看就要昏倒了。当即琪姐就满脸心疼的抚了抚他的脸，低声道，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啊。下一秒，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满脸贼兮兮的开口道，那就带我去一趟清水娱乐城来报答我吧。与此同时，不绝于耳的系统提示不断响起，受到不明毒液攻击，临时健康加21000，临时敏捷加39000，临时静气加65000。瞬间陈宇的体内就爆发出磅礴的金色静气，战斗力得到了短暂的飙升。感受着体内不断涌出的静气，陈宇不禁咧嘴一笑，果然跟我猜的一样，毒没办法秒掉我，危机变生机。而正玉毒蓝见陈宇这么扛揍，立马就急眼了。在他的怒吼之下，异兽群再次涌向二人。眨眼间，原本已经突围成功的陈宇再次陷入到了被包围的绝境当中。紧接着异兽群就直接朝着二人扑去，瞬间就堵住了陈宇所有的去路。下一刻，陈宇猛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源源不绝的静气瞬间以他为中心直接爆发开来，连异兽群都被他给震飞。在爆发了一波后，陈宇却忽然停了下来，一双瞳孔已然变成金色，紧紧盯着正玉毒蓝。而正玉毒蓝却以为陈宇力竭了，立马就直接朝着他飞扑而去。而已然在蓄力的陈宇直接对着正玉毒蓝轰出自己凝聚全身静气的一拳，瞬间就将其秒杀当场。紧接着陈宇就撑不住了，直接身子一软朝身后倒去，同时喃喃道，还是太勉强了，完全超过身体承受的极限了。就在陈宇就要坠落之际，琪姐立即飞身一跃，将陈宇给稳稳接住。琪姐望着昏迷的陈宇不禁暗暗感动道，谢谢你帮我报了仇，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我豁出性命也会保住你的。与此同时，兽潮大军依旧不断朝着城墙发起进攻，哪怕失去了首领，但是数量上的优势依旧让他们强势无比。眼看青城是要守不住了，指挥官身旁的士兵忽然开口道，预计武者伤亡率达到了90%以上，以兽潮行进的速度，再过一分钟就要突破城墙了，为了确保您的安全，希望您能离开。而指挥官则满脸坚定的沉声道，我要和青城战至最后一刻。然而就在这时，马上就要突破城墙的异兽群却忽然停下了动作，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紧接着兽潮大军就开始迅速转身，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指挥官见状顿时就懵了，异兽怎么会突然改变方向？旋即指挥官就猛地松了口气，再次开口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说明青城得救了。与此同时，距离青城市10多公里的悬崖之上，四道人影紧紧望着下方奔行的兽潮。一位女性忽然发声道，队长，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而那名队长则默然道，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另一人却打断道，你承担不了。男人却只是摆了摆手，满脸冷峻的开口道，唯死而已，走吧。男人在得知琪姐的治疗费用高达400000之后，竟然直接将她带回家，亲自出手为其疗伤。就在刚刚，陈宇在青城市的医院醒来之后，他不禁心头一震，我这是死了吗？望着眼前正在给自己输液和喂药的护士小姐姐，他不由怀疑自己这是上了天堂。随后陈宇猛地心头一震，等等，死了为什么要吃药？不对劲，我还活着，青城居然没事。紧接着陈宇连忙拔腿就跑，同时大喊道，别追我呀，药我是绝对不会吃的，别人吃药是救命，我会没命的。就在陈宇准备跑路之际，他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只见琪姐躺在病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而医生和护士则露出一筹莫展的表情。好一会之后，医生忽然开口道，病人家属来了吗？病人静气严重透支导致昏迷，必须立即治疗，否则很快就会脑功能受损。陈宇闻言顿时焦急道，我是病人家属，医生你赶紧给他治疗。医生则直接开口道，手术费预计需要40万。在听到价格后，陈宇的脸色立即就黑了，
他是为了守护青城受的伤，政府不给补贴吗？医生见状连忙解释道，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要治愈他需要几个武者连续10个小时以上不断输入静气才行，这个过程其他武者也有静气透支的风险。一听这话，陈宇立即就明白了，原来如此，那就抓紧开始吧。医生闻言不由暗松了口气，再次开口道，是要开始治疗吗？那你先去楼下交钱，我们这就联系政府部门。可陈宇却摇头道，我是说开始办理出院。见陈宇要出院，医生的脸色顿时就大变了。而陈宇一边收拾一边暗暗嘀咕道，因为诅咒的原因，我的静气根本消耗不完，我才是最适合救老板娘的人。很快，陈宇就带着老板娘回到了店铺中，开始准备为琪姐输送静气治疗。只见陈宇已然化身高僧，正心无杂念的开始为琪姐输送静气。他不断提醒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治病。次日清晨，琪姐在经过陈宇的不间断治疗后终于恢复了过来。在起床之后，琪姐不禁伸了个懒腰感叹道，感觉身上暖暖的，好舒服啊。就在这时，琪姐忽然发现自己身上似乎有点不对劲，紧接着他就猛然抓起被子盖在身上，同时讶异道，怎么回事，我的衣服哪去了？下一刻，琪姐就看到已经快要虚脱的陈宇，他不由没好气道，你进我房间干嘛，还弄成这样。陈宇闻声连忙摆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开口道，你不记得了吗？你怎么可以不记得，昨晚是你硬拉着我一直要的。紧接着陈宇就大手一挥阻拦道，算了，我也不用你负责。此话一出，琪姐顿时就原地石化了，什么，难道我昨晚真的强迫你做了羞羞的事吗？当即琪姐就满脸尴尬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尝试一下小奶狗的味道。此话一出，陈宇顿时就笑喷了，哈哈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只是在输静气给你，帮你治疗而已。当即琪姐就满脸恼怒的起身开口道，很好笑是吧，禽兽，居然敢戏弄我，衣服都脱了你都不干。话音刚落，琪姐立即抬腿将陈宇给踢出房间。被赶出来后，陈宇立即没好气的叹息道，女人的心真难猜啊。随后他便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同时嘀咕道，忙着治疗老板娘，也不知道姐姐和母亲怎么样了，还有倾城到底怎么脱困的。与此同时，避难所的门口处已然人满为患了。只见陈母不断抓起路过的学生询问道，同学，你认识陈宇吗？你有看到他妈？为什么他还没出来？见母亲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陈思文连忙开口安抚道，妈，你别这样。然而就在这时，一旁忽然传出陈宇的声音，妈，我在这呢。再看到陈宇平安归来，二人脸上的忧郁瞬间一扫而空。紧接着陈思文就一把抱住陈宇哭声道，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被转运到鹤城了。一听这话，陈宇不禁好奇道，鹤城怎么了？陈思文则连忙解释道，受潮因为之原因放弃青城，转向奔向鹤城。下午3:40，受潮抵达鹤城城北城墙，4点鹤城通讯断联，4:10鹤城就已经不存在了。此话一出，陈宇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他没想到一个城市居然在受潮下仅仅抵抗了半小时就没了。与此同时，整个青城市都在播放着市长缅怀到鹤城的直播。灾难又一次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同胞，你脸上定格的最后表情我们铭记于心。紧接着市长忽然振臂高呼道，愿人类永存。顿时整个青城市的民众就沸腾了起来。时间过得很快，5天后，陈宇再次来到了341B 时空门深处，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折腾来折腾去，等级又回到了之前那样，马上要考试了，还是要变得更强才行。不一会，陈宇忽然发现时空门内漂浮着不少大铁球，他不禁暗暗嘀咕道，这大铁球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一想到这，陈宇立马就抄起武器一剑将大铁球给砍烂。铁球在被切开的瞬间立即就流出漆黑的液体，露出了里面的电子板。在看到铁球里面的电子板后，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该不会是未来科技之类的东西吧。一想到这，陈宇立马就浮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玩意一定很值钱。紧接着陈宇就开始在时空门内不断寻找铁球，然后疯狂搜刮电子板。在一次切割中，陈宇不小心被铁球溅出的黑色液体给触碰到，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未知液体感染，静气值提升，血气值提升。闻声，陈宇立马就暗暗窃喜了起来，这下赚大发了，这古怪的油竟然能增强静气。随后陈宇便加快了搜刮铁球的步伐，同时还不忘拿黑色液体提升自己的静气。在回到了家中之后，陈宇望着拿回来的电子板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好像在开盲盒呀。就在仔细查看完电子板之后，陈宇忽然发现其中居然藏着一个内存卡。望着这枚内存卡，陈宇不禁讶异道，意境内的高科技主板里竟然有一张人类能使用的内存卡。来了来了，学渣陈宇在琪姐的帮助下终于要开始高考了。就在刚刚，陈宇意外从意境当中收获了好几块主板。陈宇没想到主板内竟然有一张人类使用的内存卡，他是越想越觉得恐惧，当即他就将内存卡给插入到电脑之中。见电脑顺利识别出了内存卡的信息，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我不会意外发现什么重大秘密了吧。再把内存卡的文件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通篇的乱码，活、反生、重组、复、细胞等几个单字或词语不断重复着。陈宇立马猜测道，这什么呀，总不会是说什么起死回生
生吧。然而就在这时，房间的大门忽然被琪姐给一把推开，陈宇闻声顿时一个机灵，然后迅速将内存卡给拔掉。而琪姐见陈宇一脸心虚的表情，立即就露出一抹坏笑道：“高考就剩四天了，你班主任让你去趟七中。”紧接着琪姐就猛地往电脑屏幕前一靠，同时好奇道：“你在看什么呢？也让我看看。”在看到自己的照片后，琪姐顿时眉头一挑：“好啊，你竟然用我的照片做屏保，你暗恋我？”当即陈宇就没好气的吐槽道：“你也不想想，这是你自己的电脑啊呀！”随后琪姐便离开了房间，而陈宇一边查看高考的现场票价，一边嘀咕道 ：“H 一排一张票50000，二排座35000。”看到这高的离谱的价格，陈宇不禁感到有些头疼，这明摆着抢钱了。这还是普通观众席，就算只买两张二排座也要70000，上哪搞这些钱啊？无计可施的陈宇只好再次来到了同生典当铺，准备卖一卖货。在进入店铺后，陈宇立即朝着老板娘哀求道：“姐姐，你就给我个好价格吗？然后我把宝贝卖给你。”就在这时，一名小嘎嘎在看完神秘主板后忽然开口道：“经过同位所分析，确认这是市面上第一次出现的倾城意境内的产物。”随后小嘎嘎便朝陈宇开口道：“分析结果和你所说的一致，价钱的话看具体商议。”一听这话，陈宇立即拿过主板得意一笑：“看吧，我没骗你吧，这可是 341B 时空门出产的第一个物件，绝对是有价无市的宝贝，给你打个折，卖你100万好了。”而老板娘则无视陈宇的报价，自顾自的开口道：“20000。”一听到这个价格，陈宇顿时急眼了，砍价也不是这么砍的呀。他连忙拍了拍主板推销道：“这可是第一个呀，如果这是同生组第一个发现时空门，对声望提升很大吧。”随后陈宇便伸出手来开口道：“诚意价50000。”可老板娘却摇了摇头应道：“10000，第一个发现的，只能证明运气好，宣传效果有限。”陈宇闻言便满脸失望的转身道：“那我去问问隔壁黑市吧。”老板娘见状不由轻笑道：“一口价30000，不行你就走。”话音刚落，陈宇立马就转身握着老板娘的手笑嘻嘻道：“成交。”而老板娘则有些狐疑道：“你得保证第一个从意境带出来的产物是我们同生组的。”而陈宇则笑嘻嘻的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开口道：“既然1块30000，那我就再卖2块吧。”老板娘见状顿时没好气道：“30000是第一块的价格，后面的25000。”陈宇闻言立马热情地摇晃起老板娘的手，干脆道：“成交，意境产出的前三个物品都被你们承包了。”紧接着陈宇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咧嘴笑道：“那我再卖2块吧。”忍无可忍的老板娘立马抬手就给陈宇一个过肩摔，同时怒喝道：“敢耍老娘！”见老板娘是动真格了，陈宇连忙把钱给收了，然后快速跑路。不过陈宇在清点了一下余额后有些失望道：“可惜了，第四块没卖掉，才卖了75000，也只能买第二排的票了。”在解决了门票之后，陈宇忽然想起琪姐让自己去一趟七中的事情，当即他便准备前往新学校报道。画面一转，七中教室内，小嘎嘎们不断议论着：“听说二中被开除的学渣要来我们班拖后腿了，难怪班主任脸臭了一天。”话音刚落，教室大门忽然被陈宇给一脚踹开，紧接着陈宇摆出了帅气的姿势，朝着刚刚说自己坏话的小嘎嘎冷声道：“你们说的是我吗？可帅不过3秒。”班主任忽然踩着高跟鞋来到陈宇身后，冷声道：“堵在门口干嘛？你的座位在最后面，赶紧过去。”可陈宇来到自己的座位后，却看到自己的座位被刻画的惨不忍睹，听着身边不绝于耳的嘲笑声，陈宇的脸色立马就黑了下来，原来这么不欢迎我呀。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群体恶意，精神加24。陈宇不禁嘀咕道：老师居然纵容学生做这种事。当即陈宇就哈哈一笑开口道：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我很感动。而班主任则厌恶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再次开口道：没座位的就站着。接下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考试的注意事项，考试时间为2天，每年7月7号到8号，考试采取一场定胜负，赢了马上下一场，因此要注意体力控制。说到这，班主任忽然漠然地朝陈宇开口道：不过像你这种被学校放弃的学生，可能第一轮就跪了。此话一出，班里的小嘎嘎立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让他现在给我们跪一个，磕头叫声爸爸，还能考虑罩你。此话一出，陈宇立马就有些恼怒了。紧接着陈宇脚下一动，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两人身后，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陈宇就直接伸出双手将他们给抱砸在地上。随后陈宇直接将二人给揪起来笑道：我的好大，怎么了？还不快叫！然而就在这时，班主任却忽然厉声打断道：干嘛呢？无法无天了都？不想失去高考资格就把你那混混作风收一收。见这个班主任如此双标，陈宇立即就松开二人，然后默然道：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考场见。次日一早，考场外就已经人潮涌动了，正在排队的陈宇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不容易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男人本想在高考大赛上一鸣惊人，可没想到居然会在厕所中崭露头角，并且还在比赛中被妒忌他的对手给命中要害。就在刚刚，陈宇刚准备进入考场，他的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在接通后，电话那头立即传出陈思文的声音：陈宇，我打电话是来问你话的，事业这么棒的票都非常贵，你买票的钱哪来的？你是不是吃软饭了？陈宇心里不禁一慌，连忙低声解释道：吃个毛软饭，别瞎操心，不跟你说了，我要入考场了。在挂断电话后，陈思文立马就露出一副看透了一切的表情开口道：心虚了吧，他果然有富婆。而在他的前方观众席第一排偷听全程的琪姐忽然微微侧头，在心中暗道：暴露了吧，他果然有相好的。很快一众学生
生就陆续进入了考场之中。今天是海选赛，全市的考生根据实力排名，在计算机的综合匹配下进行笔试。随后裁判就高声宣布道：“初赛第一轮对战马上开始，有请五中的马帅和七中的陈宇上台。”陈宇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当即便朝着擂台走去，而马帅浑身肌肉很发达，一脸凶相地对陈宇默然道：“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只能是我。”陈宇也照葫芦画瓢的摩拳擦掌道：“今天是我人生的起爆点。”然而就在这时，马帅却忽然恼怒地开口道：“是你，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而陈宇却满脸笑嘻嘻地打起来招呼来：“是你啊，我教的法子好用吧？”此话一出，马帅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回忆起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在考试前十分钟，男生厕所内，陈宇一边上厕所一边计划着等考试的时候要展示一下实力，可厕所里的眼睛却全都直勾勾地盯着陈宇，并且发出阵阵惊呼：“这特么是正常人吗？”真古巨基。陈宇闻声当即就连忙拉起链子嘀咕道：“没想到实力是从厕所开始展露啊。”而马帅立即厚着脸皮讨教道：“同学，你练的什么功法呀？可以教教我们吗？”此话一出，陈宇立马就在身上摸索，同时开口道：“正好有个东西可以快速帮你们变长。”随后陈宇便拿出一把小尺子开口道：“这是自欺欺人尺，送你了。”紧接着陈宇便干脆地离开道：“我先走一步，你们好好测。”此话一出，众人立马就满脸恼怒道：“谁在擂台上碰到他，一定要往死里揍。”而厕所门口的一名粉发女见此一幕，不禁皱眉不屑道：“男人奇怪的攀比心啊，真是幼稚。”不过这个陈宇倒是有趣，本来只是赛前刺探一下他的实力，没想到还发现了他的特长。在看到陈宇上台后，底下的小嘎嘎立马开始大吼道：“兄弟报仇的时候来了，都知道往哪打吧。”可马帅却忽然拍了拍陈宇的肩膀开口道：“我们暂且放下这些小摩擦，认真高考吧。”陈宇闻言顿时就懵逼了，被说小事小事吗？话音刚落，立马就传出砰的一声巨响，马帅猛然出手，直接用脑袋狠狠地撞击在陈宇的脸上。望着被撞飞的陈宇，马帅立即怒吼道：“是奇耻大辱！”紧接着马帅迅速一个箭步朝着陈宇的要害部位狠狠地轰出一记重拳。见此情况，小嘎嘎们顿时就激动了起来：“耍阴招，兄弟好样啊！”下一刻，马帅高达 0.3 级的劲气猛然爆发，狠狠地轰击在陈宇的要害处。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伤害，生育能力加145。而马帅立马一把抓起陈宇的脑袋冷声道：“让你嘲笑我。”可陈宇则满脸不屑地摸了摸鼻子开口道：“你倒是给点力啊。”此话一出，马帅和小嘎嘎顿时就被惊住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高达 0.3 级的劲气居然没能把陈宇给打倒。下一秒，陈宇体内的气感迅速运转，猛地抬腿甩出一脚爆发了全身劲气，马帅顿时就瘫倒在地发出嘤嘤的叫声。陈宇见状不由没好气道：“我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马帅闻言却眉头一皱恼怒道：“放屁，是我劲气耗空了，你怎么不守规矩啊？”此话一出，陈宇不禁疑惑道：“什么规矩啊？”马帅闻言当即怒骂道：“上场就要爆劲气的呀，彼此不先亮出实力，万一悬殊过大导致伤亡了怎么办？你太狡猾了，竟然硬生生的把我拖垮。”而陈宇则摇了摇头轻笑道：“那你要怪的不是我，是小老弟你啊。”说完，陈宇立即伸出小拇指讥讽道：“没想到你不行啊，一点都不持久。”此话一出，马帅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他恨不得将陈宇给生吞了。而一旁的裁判则举起陈宇的手宣布道：“获胜者，七中陈宇。”很快第二场比赛就开始了，是由二中的英力对战七中的陈宇。在从马帅那里得知了规矩之后，这次陈宇一上场就开始爆发出自己的劲气，劲气所卷起的旋风立即就让英力惊叫连连：“快把你的劲气收起来啊！”而陈宇此时已然兴奋到了极点，不断加大劲气的输出。英力见状只好表示认输。接下来就是第三场，三中的寻工对战七中的陈宇。寻工一上场，在看到陈宇后立马就怒撕自己的衣服，朝着陈宇飞扑道：“哥哥的古巨基好恐怖，我怕，我认输。”随后寻工一脸娇羞的请求道：“哥哥，比赛后可以让我看一眼吗？”此话一出，陈宇再也忍不住了，抬手就将寻工狠狠地抱砸在地上。而今天的最后一场，一中的柳倩对战七中陈宇，而柳倩竟是不久前在厕所发现陈宇特长的那个大美女。男人在严肃的高考中居然张开怀抱，并且还无耻的当众将对手给抱住。就在刚刚，陈宇的第四场比赛对手居然是一中的大美女柳倩。陈宇在上台后不禁没好气的吐槽道：“什么吗？以为自己是明星啊？”而柳倩在见到陈宇后瞬间眼前一亮，是一个好看的小哥哥爷。陈宇在看清柳倩的长相后立马就看呆了，是超好看的小妹妹爷，这怎么下得去手啊？当即陈宇就连忙握住柳倩的小手开口道：“妹妹，你看上去有点眼熟啊，我们在哪里见过？”而柳倩则害羞道：“你这搭讪好老套，但我好喜欢。比赛完之后我们去约会吧。”裁判见状顿时脸色一黑，恼怒道：“你俩能不能别 BB 了？”随后柳倩便连忙爆发出体内的劲气，率先出手朝着陈宇冲去。只听妹子娇叫一声，在劲气反冲力下如箭矢般冲向陈宇。在飞到陈宇跟前的瞬间，他猛然抬起白嫩的长腿，对准陈宇侧脑就是一个侧踢，其速度之快，力道之猛，将呼啸声都变得尖锐。可陈宇却只是随手一抓就挡住了这一脚，紧接着陈宇眼中金光一闪，惊呼一句：“蕾丝的！”可接下来陈宇却没有出手，而是手掌猛地用力一推，身在
半空中的柳倩顿时失去重心，迅速向后侧翻，而陈宇很迅速的就张开双手，同时得意道：“来吧！”下一刻，翻倒的柳倩迅速落下，而早已经张开怀抱的陈宇直接就将他给抱住。可陈宇在嗅到柳倩所飘出的味道后，脸色瞬间变化了起来。而台下的拉拉队们见此情景，顿时就赫然而怒，一个个发指自裂。此时柳倩的脸颊已然绯红，胸中小鹿乱跳。可陈宇却忽然回想起不久前自己在离开男生厕所后所发生的事情。陈宇当时还没走多远，迎面就走来一个打着喷嚏的女子，在将喷嚏挥洒在陈宇身上后，他连忙掏出纸巾开口道：“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冒了。”在帮陈宇擦干净衣服上的痕迹时，柳倩不禁暗暗感叹道：“好大的胸肌，实力不俗。”紧接着柳倩的手不断往下移，很快就滑到了陈宇的腰间，顿时他就激动了起来，不穿衣服的样子应该更性感吧。就在这时，陈宇忽然猛然伸手阻拦道：“下面应该不用擦了。”紧接着陈宇就眉头一皱提醒道：“这里是公共场合，你靠得太近了。”而柳倩则浮想联翩道：“不是公共场合就可以了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感冒了。”紧接着柳倩就抬头煽情道：“因为我对你没有抵抗力。”而陈宇则焦急道：“离我远点，我快忍不住了。”紧接着陈宇就猛地打了个喷嚏，同时无奈道：“你身上的味道太刺鼻了。”在被陈宇的口水喷了一脸后，柳倩的脸色立马就变了，都是口水，脏死了。而陈宇则没好气道：“都说了是你非要整个人贴上来的。”恼怒的柳倩当即开始尖叫起来：“变态，抓色狼啊！”此话一出，陈宇立即就被保卫追了几条街。陈宇一想到诬陷自己的人居然被自己给控制住了，他立马就在心中暗道：“别以为换套衣服我就认不出你的味道了。”紧接着陈宇的身形猛然向后一翻，柳倩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被陈宇给抱砸在地上。裁判见状立即高声宣布道：“七中陈宇获胜。”当即陈宇就连忙转身关切道：“好妹妹，你没事吧？比赛也结束了，那我们……”还没等陈宇说完，柳倩就猛然起身恼怒道：“你想得美，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约会的。”而陈宇则一脸古怪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丑八怪约会，我是说你之前诬陷我的事情，咱们这就算扯平了。”此话一出，柳倩顿时就懵逼了，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她从没听到过的形容词。紧接着柳倩就脸色大变，惊呼出声：“我丑？你说我丑？你居然说我丑？”男人不仅在比赛中辣手摧花拿下胜利，并且还表示自己不想跟丑八怪约会。在陈宇准备下台时，一名小嘎嘎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陈宇同学，来我们冰城理工吧，真男人的天堂。”此话一出，陈宇不禁浮想联翩了起来，当即他就双眼冒光傻笑道：“嘿嘿嘿，具体给我说说。”而小嘎嘎却直接变装激动道：“学校全都是老爷们，激情满满，一个女人都看不到，击剑专业尤其适合你。”一听这话，陈宇便直接干脆的径直离去。小嘎嘎不由暗暗嘀咕道：“他居然不喜欢这么完美的男性天堂吗？”就在这时，一道呼喊声吸引住了陈宇的注意力：“陈凯子加油，七中必胜。”陈宇不由循声望去，只见陈凯子正在擂台拼命进攻，而台下的班主任和同学们都在拼命为其呐喊助威。不多时，裁判就抓起陈凯子的手宣布道：“七中陈凯子获胜。”而班主任闻声立马得意地写下陈凯子的名字，同时开口道：“咱们班除了陈凯子同学没人晋级了吧？”话音刚落，陈宇忽然悄然来到班主任的身后，轻咳打断道：“还有我。”被打断的班主任闻声立马转身恼怒道：“没看到我在忙呢吗？你什么你被淘汰了就赶紧走。”此话一出，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我发现老师你三观很正，可惜五官不行。”说完，陈宇便直接转身准备离场。班主任则立马恼怒道：“你这样的垃圾，怪不得会被二中开除。”就在陈宇就要离去之时，两名考官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我们是高考的考官，你是陈宇对吧？根据七中提交的资料，你的进气等级只有 0.3 级，但你在初赛上的表现远超 0.3 级，麻烦配合我们调查。”而班主任则满脸鄙夷道：“肯定是他使用违禁品作品了。”考官闻言不禁眉头一皱：“你是亲眼见过他使用违禁品吗？如果没有，那就是诬陷。”此话一出，正准备开始逼逼赖赖的班主任立马就自觉地闭上了嘴巴。而美女考官则拿出检测进气的仪器开口道：“我们需要重新测一下你的进气等级。”陈宇见美女考官到来身前，立马就撩起衣服开口道：“来吧。”“别不好意思。”“不必客气。”在仪器检测完之后，陈宇的进气等级赫然是 0.7 级。当即美女考官就严肃地朝班主任开口道：“七中提交的数据明明只有 0.3， 现在怎么变 0.75 了？”闻言，班主任立马脸色难看地解释道：“他之前没来学校，我就随便填了一下。”美女考官立马厉声道：“考生的事能随便吗？我们会把这件事汇报给专门的机关，对你进行惩处。”班主任闻言不由双腿一软，扑通的跪倒在地，懊恼道：“我的职称，我的奖金，全都泡汤了。”而考官则热情地搂住陈宇的肩膀开口道：“恭喜你晋级，接下来好好加油。既然你的进气水平达到 0.75， 初级比赛全胜就没有问题。”此话一出，陈凯子和班主任立马就骇然了起来：“什么？他晋级了，还是全胜？”满脸不可置信的陈凯子当即就飞身一跃朝陈宇袭去，同时恼怒道：“他
他一定是作弊。可陈凯子还没碰到陈宇，那名考官就身形一闪，抬手一巴掌就将陈凯子给拍飞。紧接着考官就脸色阴沉的开口道，你是在怀疑考官的职业操守，还是质疑我们的公正性？陈凯子见状连忙开口道，不敢不敢。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陈宇你给我记着。很快所有通过初赛的人就统一来到了紧急通道门口，紧接着一位光头男就走到众人跟前宣布道，各位好，我是这届高考的主考官，晋级擂台赛就要开始，现在重复一下考试规则。说到这，主考官那双凌厉双眼猛地扫视全场，狞笑道，擂台赛是淘汰制，只要有一场落败就丧失正式赛资格，你们要抱有杀死对方的心态哦，或者抓紧时间写好遗书。紧接着光头男嘴角上扬，普通的微笑竟显得残忍，孩子们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来了来了，残酷的淘汰晋级赛终于来了。就在刚刚，数百名晋级的考生已经集结完毕，在光头主考官的带领下走向大门出口，紧接着主考官大手一挥宣布道，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随后光头主考官便缓缓推开了金属大门，高声道，真正的试炼现在才开始，在万众瞩目下突出重围把。在大门打开后，主持人立即宣布道，接下来欢迎我们晋级的考生入场，第二场万众期待的擂台赛即将开始。顿时场内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是数万人共同声嘶力竭吼出的声音。原本紧张的陈思文在看到陈宇的身影后不由鼻头一酸，激动道，妈，是陈宇，他晋级了，晋级了呀。与此同时，贵宾区内各大招生办的人不断咆哮道，今年你一个学生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就在这时，主持人忽然宣布道，请所有考生前往待战区，第一轮比赛马上开始。随后所有晋级的考生立刻跑向了各自中学的待战区中，开始闭目养神，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比赛。而陈宇也连忙往椅子上躺去，美滋滋的哼起了小曲。然而就在这时，其中的校长却带着一群肌肉男来到陈宇跟前，开口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宇吗？快给我按住他。当即陈宇就被一众肌肉男给包围了起来，顿时他就急眼了，你要干嘛？就算你是校长也不能为所欲为。见校长默不作声，陈宇立马威胁道，我要举报你。而校长却淡笑道，去啊，你看谁理你，开始吧。陈宇闻言顿时眉头一皱，在考场上都敢找人来搞我，我绝不能折在这里。可下一刻，全身被技师们熟练揉捏的陈宇不禁发出一阵酥麻的赞叹声，我都不想起来了。见陈宇这么享受，校长忽然叹息道，对学生好又不犯法，你举报我什么？你们这些学生还是太害羞了，只是按个摩而已，以前都是你技师，可惜被举报了。此话一出，陈宇的脑海中立即就浮现出一副天堂的景象，顿时他就脸颊一红，震惊道，你说什么？这实在是太可惜了。闻言，校长立马激动的一把握住陈宇的手，惺惺相惜道，终于有人懂我了，凹凸有致的身材就是他们最大的武器，像魔法一样让我不断突破自我，释放无尽力量。一说到这，校长不禁将目光投向班主任，看来以后也要提高老师的水平，太平了影响学生上课的热情。随后校长便转身朝着一众晋级的七中学生开口道，接下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些我总结了多年来晋级赛的一些经验。说到这，校长立马脸色一正，严肃道，第一场淘汰赛的匹配规则是优先匹配本校的，一般下手都不会太狠，所以同学们可以放松一些。话音刚落，擂台上被揍飞的小嘎嘎忽然一头撞进了墙壁之中。见此情景，陈宇不禁眉头一皱，低声询问道，校长，这还不算太狠吗？当即校长就轻咳两声，尴尬道，不过男人最好的伤疤就是重伤后留下的那条。就在这时，主持人忽然高声宣布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轮比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三中王爱对阵三中李青，九中赵沟对阵九中白铁，一中龚老对阵六中邢坡，七中陈宇对阵七中陈凯子。在宣读完比赛名单后，主持人立即高声大喊道，比赛开始，让我们看一下赛场情况。一号擂台的两位在学校里是一对情侣，但是比赛中也没有丝毫留手，而九中的两位在学校里都是有名的舔狗，谁会是最强舔狗呢？一中的两位在学校里是情敌，赢的人能最终抱得美人归吗？就在这时，主持人忽然惊愕道，七中的两位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怎么一动不动？比赛都开始了，为什么还不动手？一年一度的高考初级赛终于打响，主持人在考生上场后立即高声道，目前本场最受期待的就是一号场的比赛了。只见一号擂台上一对情侣正在进行着缠斗，不过王爱却忽然松开手道，算了，我不能为了赢对你做这种事。而李青则脸色难看道，我本来等级就不如你，肯定会输的呀。可王爱却依然转身道，你别说了，我下不去手。话音刚落，李青忽然开始自残，同时发出一声惨叫，那我自己动手。王爱见状连忙将其扶起，而李青则一脸忧郁道，没控制好静气，可能今天要和你永别了。当即王爱就焦急地走下擂台，拉住医护人员开口道，医生快去救他。可医护人员却指了指擂台提醒道，比赛还没结束，你疯了吗？你看后面。只见裁判抓起李青的手宣布道，选手王爱脱离擂台视为认输，获胜者李青。王爱见状顿时就怒了，你都是演的。而李青则一脸得意道，不然怎么赢过实力比我强的你啊。而二号擂台的考生在一番角逐后也决出了胜负，三号擂台也紧接着结束了战斗。第二批比斗渐渐接近尾声，在其余几个擂台接连结束比赛后，主持人忽然讶异道，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四号擂台的选手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一动不动，这是为什么？二人之所以没有动手，只因赛前校长亲自叮嘱道，比赛战术
术很重要，可以保你们小命，所以我接下来说的你们一定要牢牢遵守。等一会上场，趁观众还没注意到我们擂台，你们之中等级低的人立即认输。陈凯子闻言不禁眉头一皱，打断道：“那还怎么晋级？”校长闻言则直接劈头盖脑道：“你是不是傻？什么叫不一定晋级？咱们根本就进不了级。我当七中校长这么多年了，就没一个学生晋级过。”见二人迟迟没动静，校长立马焦急道：“干嘛呢？战术，快用战术！”可奈何台上的二人都不肯主动认输，而观众席上的小嘎嘎也急了，不断吆喝着要七中的人滚出擂台。为了避免给七中丢脸，校长立即恼怒道：“既然都不认输，那就给我狠狠的打！”陈凯子闻言立马就回想起自己被考官暴揍的事情，他当即咬牙切齿道：“陈宇，你会后悔刚才的愚蠢不肯认输的，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陈宇见状却丝毫不慌的抠鼻道：“这台词你很会装逼啊！”话音刚落，只见陈凯子浮起一抹残忍的笑容，调动丹田内的静气在周身游走，使出了武技气冲涌泉穴，他的周身瞬间就形成了淡红色的气焰。主持人见状不由惊呼出声：“是武技，一般只有大学才会传授武技的呀。”而一旁的金发男则开口解释道：“考生应该是武道世家出生，才会这么早接触武技。”下一刻，陈凯子整个人化作一道彗星，以迅雷不及快波之势使出陈家秘术礼盒腿，直接踢向陈宇。见陈宇直接硬扛，陈凯子不禁暗暗得意道：“这就是武术世家传人的实力，和你们普通人不是一个世界。”紧接着陈凯子在半空中再次扫出一腿，伴随着空气被撕裂的巨响，一只鞭腿凶猛地劈向陈宇侧脑。这一记鞭腿结结实实地命中了陈宇，顿时场内就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地散的气旋猛地吹起周围所有尘雾。见此情形，陈母不由心头一突，斯文就是被武技打碎气海的，我两个孩子难道都要经历不幸吗？在烟尘消散后，只见陈宇竟然单手接住了那必杀一击，那只小手臂就如钢铁一般硬生生扛了一下来。见此情景，主持人不由惊呼出声：“陈宇选手接住了，在没有使用静气的情况下接住了，这是何等强悍的实力啊！”见陈宇的实力这么了得，招生办的小嘎嘎立即纷纷表示要将其收入囊中。与此同时，第一排的琪姐则眉头一挑，在心中暗道：“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你吗？”而陈思文则满脸不可置信道：“这是我弟吗？”可最惊恐的还属当事者的陈凯子，他不禁满脸不可置信道：“怎么可能？我这里和腿连钢棍都能踢碎。”而陈宇则一脸坏笑的抓起他的腿，开口道：“不是吧？你不会以为只有你会武技吧？”此话一出，陈凯子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陈宇就一把将他甩飞，同时开口道：“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紧接着陈宇双腿以惊人的速度凶狠踹出，伴随着胸口碎裂声，陈凯子双眼爆突，下一秒陈凯子整个人就像一颗炮弹飞向百米开外的观众席。见此情景，整个考生现场瞬间变得安静无声，观众们愣愣看着那个飞走的身影，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下一刻，反应过来的观众们就爆发出如雷般的欢呼，而陈思文二人也不禁喜极而泣道：“太好了，小雨没事，还赢下了比赛。”而招生办的金发男见状不禁浮起一抹淡笑，开口道：“挺久没遇到这么有意思的考生了。”男人在赛场上连静气都没使用，以肉体力量一脚结束比赛，可却被众人质疑是服用了禁药。就在刚刚，被一脚踹飞的陈凯子不禁暗暗骇然道：“不可能，一个高考前被开除的弃子不可能有这实力。”当即陈凯子强忍着痛苦大喊道：“你一定是吃了禁药。”陈宇闻言不由眉头一皱，抠鼻道：“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懒得和你解释。”随后陈宇便走下了擂台，上万人的现场立即就爆发出恐怖的声浪，那是掌声、呐喊声、欢呼声、尖叫声混杂的声音。陈思文和陈母也不禁喜极而泣，而琪姐则暗暗嘀咕道：“看来以后不能叫他小奶狗了，得叫他小狼狗才行。”然而就在这时，班主任却忽然一把抓住陈宇的手，义正言辞道：“我都听到了，你承认喝药了，跟我去见校长，主动取消考试成绩。我不能让你一个差生毁了一个好学生的未来。”被拖着走的陈宇当即就没好气道：“开玩笑，你也当真？病得不轻啊你！”可班主任却不依不饶地带着他来到校长跟前，开口道：“校长，我们学校绝对不能出现像陈宇这种靠吃药赢下比赛的学生，学校的声誉会毁于一旦的。”校长闻言立马眉头一皱，不满道：“真的是这样吗？陈宇同学的实力有目共睹，这么多人看的比赛就你一个人火眼金睛，别人都眼瞎吗？”紧接着校长就一把搂住陈宇，开口道：“我挺你哦，今年的高考状元，人家的未来可就靠你了呢。”然而就在这时，市长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忽然来到二人身后，打断道：“这位同学打得不错呀，你叫陈宇是吗？”见市长亲自下台，班主任立即指着校长开口道：“校长，你怎么可以包庇学生服用禁药？刚刚陈宇在台上都承认了。”一听这话，校长立马就怒了：“什么包庇，那只是陈宇同学开玩笑而已。”而一旁的中年男子却忽然开口道：“是不是真的？让他打我一拳就知道了。”此话一出，陈宇不禁眉头一挑，呵笑道：“没事找虐吗？”而中年男则淡笑道：“就你还不够格。”陈宇闻言立马就举起手来开始蓄力，同时恼怒道：“我不够格，我不用静气就能打飞你。”紧接着陈宇猛地一拳轰出，带起一阵凌厉的拳风，直接轰击在中年男的腹部，可预料中的击飞却没有出现，中年男仅仅后退了数步就稳住了身形。班主任见状立马就得意了起来：“看吧，他肯定吃药了，药效没了，拳头也没力了。”而一旁的市长却忽然出声打断道：“正好相反，别
别说一二级武者，就算三级武者来了，都不能让他后退半步。但陈宇做到了。随后中年男便缓缓开口分析道：刚才看陈宇在擂台上的一拳，我预估他的体力等级大概 1.3 级。我亲自接了他一拳后，认为他的体质等级在 1.4 级更加准确。而目前市面上的药只能短暂提升身体素质，但还没有可以让人的体质等级直接突破一级的。在听到这番专业的解析后，校长立马激动道：所以陈宇同学没有作弊，我就说陈宇同学是有真实力的。班主任，你过来一下。随后校长便满脸不满地斥喝道：你多次对陈宇同学持有偏见，甚至还栽赃诬陷于他，身为人师实属不该，我决定扣除你半个月工资以警效尤。此话一出，班主任立马就炸了：竟然扣我工资，不要啊。在得到官方认证后，陈宇更是得意了：我的实力可是经过市长认证过的，看以后还有谁敢质疑我。就在这时，几位壮汉忽然朝着陈宇冲了过来，还没等陈宇反应过来，众人便七嘴八舌了起来：陈宇，清华需要你，京大欢迎你，开南大学的妹子多，见都是来招自己入学的。陈宇当即不耐烦地摆手道：名片留下，除了清华和京大，其他人可以先走了。紧接着陈宇直截了当道：我这人很实际，谁的条件好我就跟谁走，你们向上级申请一下然后再找我。行不？此时陈宇根本不慌，虽然他的目标只有京大，但有人竞争身价总是更高一些。很快主持人就再次出声道：新一轮的比赛马上开始，上一场的黑马陈宇这次对战的是四中的选手王傲，两人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男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挑衅不久前将他开除的前校长。就在刚刚，陈宇迎来了晋级赛的第二轮比试，他的对手四中王傲一上场立马冷笑连连：陈宇，你上一场展示的实力很不错，我很欣赏你，但这场比赛很快就会结束。闻言陈宇不禁脸色一正，在心中暗暗嘀咕道：四中也算青城市的一流高中，从不缺大佬，得谨慎点，别特么在阴沟里翻了船。在比赛开始的瞬间，王傲立马怒喝一声，然后迅速爆发出体内所有的劲气。还没等陈宇反应过来，王傲就使出了五记黑虎掏心，迅速朝陈宇袭去。可下一秒，王傲却忽然扑通的跪倒在陈宇跟前，表示自己要认输。陈宇见状不由眉头一皱：要不这样吧，我让你一只手，咱俩打一架。此话一出，王傲的气势猛然一变，他立马用凌厉的目光盯着陈宇：我告诉你，今天别说你让一只手，就算你让我两只手两只脚，也拦不住我认输，我说的。见王傲如此坚定，陈宇当即扭头往台下走去：这或许就是我能给你上的第一课，没什么是绝对的，实力再强也有办不到的事。与此同时，高考体育场大楼的最顶层的某栋房间内，一位眼镜男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擂台上的陈宇感叹道：出来一个狠角色呀，他肯定能进正式赛了，不好对付，谁遇到他就自求多福吧。另一位学生却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不屑道：不要妄自菲薄，咱们毕竟都是种子选手。而另一名女生则摊手道：种子选手有卵用，正式赛看的是战力不是竞技等级，而且作为种子选手被打哭更丢人吧。眼镜男闻言忽然转身淡笑道：听说那个陈宇竞技等级只有 0.7，就算体格强壮点也不会是咱们的对手，毕竟咱们中最低的也有一级了。而八荒瑶却直勾勾地盯着陈宇的身影讶异道：这个陈宇的背影怎么看上去有些眼熟。很快比赛就来到了第三轮，这次陈宇的对手赫然是老熟人二中的王月。二中校长在看到了对战名单后，连忙对王月指挥道：那个陈宇拳很重，体质非常好，你尝试着和他游动，寻找弱点攻击要害。说到这，二中校长忽然脸色凝重道：如果实在打不赢对方，认输也没关系。身为二中校长助理兼陈宇前班长的王月闻言立马坚定道：明白，我一定全力以赴。望着陈宇的身影，二中校长的心底立即就五味杂陈了。随手开除的一个差生竟然是个有资格打进正式赛的学霸，真特么见了鬼了。在看到王月后，陈宇当即就眉头一挑，喝笑道：这不是尊敬的班长大人吗？一个月前对方是高高在上的班长，除了班主任看谁都是以俯视的角度，而陈宇只是个排名倒数第一的学渣，连被俯视的资格都没有。在陈宇被开除后，这位班长更是以上位者的姿态蔑视道：浪费家里人的钱，最后书也没读成，被开除可要好好打工挣钱，给家里补贴家用哦。说到最后，王月还不忘补上一句：你可千万不要当社会的蛀虫呢。他那从骨子透出的傲慢与蔑视在这一刻彻底显露了，可短短一个月，现在一切都颠覆了。王月听着陈宇的语气，当即就咬牙切齿道：少阴阳怪气了，你想说什么？而陈宇却忽然掏出一叠名片笑道：没什么，很难得竟然在晋级赛中与班长大人您重新相遇，请允许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吧，这是我的名片。在陈宇有意无意的操作下，他手中的名片就开始散落一地。陈宇连忙蹲下身去捡，还一边捡一边嘟囔道：我真是大手大脚，这些大学招生办的也真是差劲，动不动就塞名片过来，烦死了。紧接着陈宇就开始装叉道：这是京城大学的，这是复旦大学的，这是杭港大学的，哎呀挑哪一间好呢，感觉都挺一般的。王月当即攥紧双拳忍无可忍道：陈宇你少在那里小人得志。陈宇见状连忙讪讪一笑摆手道：嘿嘿嘿，开玩笑开玩笑。紧接着他就猛地朝擂台外摆手道：这不是二中校长吗？好久不见啊。趁着比斗还没开始，陈宇连忙来到擂台边，
间，对二中校长招呼道：“校长好啊，近来过得好吗？来跟华子吧。”而二中校长则面无表情道：“不必。”当即陈宇便开始出言讥讽道：“不是吧，校长，你的脸怎么这么黑啊？该不会是正式赛看到我您不开心了吗？”二中校长则眉头紧皱道：“虽然是我开除了你，但校有校规，你不用对我带有怨气。”陈宇闻言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块东西递给校长，同时恭敬道：“对对对，我愧对学校带我的教导，请收下我的道歉礼物。”在接过那块塑料玩意后，校长不禁闻了闻，开口道：“怎么有点臭臭的？”而陈宇则笑嘻嘻道：“因为是我的鞋垫啊。”当即二中校长就猛地将鞋垫扔掉，然后脸色铁青，眼中寒光四射，冷声道：“你想干什么？是想找死吗？”可陈宇却丝毫不虚，反而直接凑到二中校长跟前硬道：“想啊，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见陈宇这么嚣张，二中校长顿时就怒了：“王月，你一定要用尽全力赢下这场比赛，别辜负我对你的期待。”男人在赛场上居然当众训斥二中校长。就在刚刚，在裁判的宣布下，陈宇的比赛正式开始。话音刚落，王月便大喝一声，果断爆发出体内熊熊的劲气，紧接着王月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出，如一道弯月绕过陈宇正面攻击他的身侧，而陈宇则站在原地，仍然没有使用一丝劲气，任由王月的大长腿落在自己的侧脸上。王月一击得手，不由眉头一挑，暗暗冷哼道：“看来我认真起来，你也就这样吗？”二中校长见状当即得意道：“很好，就是这样，毕竟是我特别关注的优等生，天分和实力是绝对不会弱到哪里去的。”而受到伤害的陈宇立即就增加了300点气血值，他还不忘拍击自己的脸蛋讥讽道：“就这样吗？再来啊。”王月顿时全身僵硬如遭雷击，他现在充斥着一种绝望，全力一击都不能破防的绝望。二中校长也不禁暗暗骇然起来，果然还是不行吗？ 0.8 级的王月在这个陈宇面前真的只能像蚂蚁一般渺小吗？见王月已然被自己惊呆了，陈宇当即狞笑道：“班长大人，现在轮到我了。”话音刚落，陈宇一个闪身就冲到了王月的跟前，然后迅猛一腿将他给扫飞。顿时王月就回过神来，立刻就要挣扎，但陈宇不会给他机会，直接伸手按着王月的脑袋，将他磕向坚硬的大理石地面。紧接着王月就失去了意识，裁判立马就宣布陈宇获胜。此时二中校长已经看傻眼了，他不由暗暗骇然道：“一个垫底的学生，短时间竟然成长到这种地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陈宇却忽然来到王月身旁，蹲下身来开口道：“我赢了呢，看来不用早早出社会打工补贴家用了。”说到这，陈宇忽然满脸不屑的讥讽道：“你输给我这社会的蛀虫了。”班长大人，陈宇所展现出的实力，就连主持人都惊呆了，从没见过这么轻松就能一招制敌的，这个七中的学生真可怕，幸好我当年高考的早。与此同时，七姐也不禁暗暗骇然道：“陈宇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没想到这么厉害。”就连陈思文也被惊到嘴巴大张，这真的是我的吊车尾弟弟吗？太天方夜谭了吧。而王月在被陈宇一番羞辱后，立马就想起身反驳，可他的意识却开始迅速模糊了起来。王月望着一脸人畜无害的陈宇，不禁暗暗震惊道：“这个家伙没想到竟然这么深藏不露，当初真的不该趾高气昂的羞辱他。”而陈宇见班长默不作声，立即开始语重心长的告诫道：“以后记得好自为之，不要再这么嚣张了哦。”就在这时，主持人忽然赞叹道：“实在是干净利落的一场战斗，本届高考似乎又会闯出一匹黑马呢，拭目以待吧。”而贵宾席内，市长忽然对身旁的局长开口道：“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随后市长忽然眉头一皱，询问道：“你女儿不也参加这届高考了吗？还是种子选手，说不定就和陈宇对上了，怎么样，担心不？”而局长则面无表情，默然道：“他选择做舞者，早晚也是死，有什么担心的？”闻言，市长不禁有些尴尬的讪讪轻咳道：“你还是老样子啊。”与此同时，场内的王月已经站不起来了，好不容易撑起来，又再一次摔倒在地。当即陈宇就一把将王月抱起，同时开口道：“我被退学的时候，班长大人您对弱小的我冷嘲热讽，这行为不可取哦，明年复读千万不要待在二中了，这学校的校长不配为人师呢。”此话一出，二中校长的脸立马就扭曲了起来，他当即就怒骂道：“臭小子，你找死。”而陈宇却忽然将怀中的王月给扔下擂台，扔到了二中校长身旁，望着已经失去意识昏迷不醒的王月，二中校长顿时脸色难看了起来。然而就在这时，陈宇居高临下的看着二中校长命令道：“给我捡起来，灌输恃强凌弱的教学理念，被你这样的校长教出来的学生可怎么守护人类的未来呢？”男人顺利成了七中之光，可却被系统扣了一大堆属性点。就在刚刚，陈宇将王月丢在擂台下后，竟当场命令二中校长将他给抱起。而二中校长见陈宇这么嚣张，立即隐隐展露出劲气波动，怒喝一声：“找死！”而陈宇则眉头微皱的鄙夷道：“怎么，想打学生啊？你人还怪好练，校长。”紧接着陈宇便无视暴怒的校长，开始不断大喊了起来：“校长要打人了，人家害怕。”见陈宇这么无耻，当即二中校长便一把将王月给抱起。见二中校长将王月搀扶走，陈宇立即得意道：“再见二中校长，要重新做人，教育好下一代哦。”二中校长闻声立即钢牙咬碎，怒气上涌，可即使眼睛都冲红了也没敢发作，他当即暗暗决定道：“你给老子等着，现在人多不方便动手，等这阵子风头过了，必将你挫骨扬灰。”就在这时，七中校长忽然来到陈宇身旁，一把按住他的肩膀，紧接着七中校长猛地将陈宇给紧紧搂住，激动道：“我的财神爷呀，升职发财就指望你了呀。”随后主持人便高声宣布道：“经过了刚刚陈宇和王月的精彩对决后，让我们继续精彩纷呈的擂台赛吧。很快全部披
次的比斗终于完毕，12中的吴谦获胜，而7中的考生除了陈宇，果然已经全军覆没。陈宇望着台上的获胜的选手们，不禁眉头一挑，都很不错嘛，看来打完今天的比赛，获胜的人就能被今年的大学录取了吧。可7中校长却摇了摇头，笨蛋，你太天真了，今天只是擂台赛，胜出的选手还要进行接下来的评委裁定分数，才能进入更加残酷的正式比赛。陈宇闻言不由眉头一紧，讶异道，居然还有这种操作。与此同时，主持人忽然宣布道，第一轮擂台赛结束，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进行分数裁定，有请本届高考的主考官为我们公布分数。此话一出，主考官立刻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开口道，选中的恭喜你们，没选中的也不意味你们失败，能赢过所有选手站在这里，你们每个人已经是胜利者。现在评分开始，编号02121，姓名松优，来自一中，去掉一个最高分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5分，最终分数为 6.36 分，正式赛晋级失败。话音刚落，松优立即就爆发出一阵不甘的怒吼，然后满脸悔恨的朝场外走去。而七中校长则脸色沉重的开口道，陈宇，你千万不能被淘汰啊。随后主考官便继续宣读裁定分数，一个个考生轮过，有人欢喜有人悲，更有不少人当场大哭。从海选到擂台赛，拼死拼活打了一天，最终却是落选收场。不多时，聚光灯终于照在了陈宇的身上，七中校长顿时就不安了起来，到你了陈宇，七中的未来就靠你了。而观众席上，虽然知道陈宇的表现很亮眼，但陈思文还是紧张的念叨道，妈，到我们小宇了。下一刻，高达 9.4 的评分就在大屏幕上亮出，陈宇见状立即眉开眼笑了起来，太棒了，成功晋级了。现场顿时呼声震天，鼓声如雷，许多观众都发出了惊呼和赞叹声，好样的，非常精彩的战斗，真是年轻有为啊。当即陈宇的脑海中就不断传出扣除属性的提示，闻声陈宇顿时就炸开了锅，卧槽，求你们别赞了，别赞了。男人在进入正式赛后竟遇到美女主动上门，就在刚刚，陈宇在台上听着不绝于耳的属性扣除消息，立马就想开溜，可下一刻他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当即就停下脚步。只见陈思文满脸激动的夸赞道，臭弟弟干得漂亮啊。闻声陈宇顿时一脸得意的挥手道，老姐老妈。可下一秒，陈宇的脸色骤然一变，卧槽，老板娘咋来了。望着正向自己做出国际友好手势的琪姐，陈宇立马就慌了，完了，彻底穿帮了。就在这时，主考官忽然宣布道，晋级赛名单公布完毕，今天的擂台赛正式结束。随后主考官便递给陈宇一个绿色手环，这是晋级正式赛的手环表，上面有你的编号，正式赛期间住宿和领取正式赛服就靠这手环了，别弄丢了。在分发完手环后，主考官再次开口道，今晚大家都要住在这里，不得因任何原因离开体育场，接下来官方会把手机还给各位，你们可以打电话联系自己的监护人，为你们单独做饭以及与你们同住。各位手上佩戴的手环是正式赛期间作为身份标识以及享受一切考场服务的凭证，请妥善保管。随后主考官便环视一圈，然后再次发问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话音刚落，陈宇立马严肃地开口道，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见陈宇散发出强大的气场，主考官立即询问道，这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紧接着陈宇便来到主考官身旁低声道，家人过来的车费找谁报销？主考官闻言立马没好气道，找我报。很快，陈宇和七中校长就来到了今晚的住宿区。见校长这么吃惊，陈宇不禁没好气道，你惊讶啥？做校长的不是经常接触高考吗？而校长也弱弱道，我七中的学生就从没进过正式赛，我哪会知道。就在这时，酒店的保卫就出来将七中校长给拖走，而陈宇则连忙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老姐。在进入了豪华的房间后，陈宇立马就飞身朝豪华的大床飞去。随后陈宇不由感叹道，读书能改变命运这句话不是吹的，一定要好好利用重生之后的诅咒加持，重新书写劳资的人生。就在这时，客厅外传来了敲门声，陈宇不禁有些疑惑的开门询问道，谁啊？下一刻，陈宇望着眼前的惊涛骇浪不由暗暗震惊，卧槽，考场还提供特别服务的吗？而少女见陈宇开门立马就挺了挺身子自我介绍道，我叫玛丽，这是我的编号是13，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哦。陈宇的目光立即就被牢牢的吸引住了，好大的编号啊，不好意思，美女同学今天有何贵干啊？而玛丽却猛地凑到陈宇跟前开口道，没啥，就是预先和你打打招呼，明天要是咱俩遇上了，帅哥还请手下留情啊。闻言，陈宇立即顿感无趣，转身道，那没得商量，事关前途，咱俩遇上了我会把你往死里打。顿时玛丽就气呼呼的转身就走，而陈宇连忙挽留道，马同学，再让我看看你的编号，刚刚没记住。就在陈宇关门感叹玛丽的编号真大之时，门口却再次响了起来，当即陈宇便骂骂咧咧开门，少废话，就算你编号再大，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可在陈宇开门的瞬间，陈思文就扑了上来，一把将陈宇牢牢抱住，小宇你太厉害了。在进了屋子后，陈思文的脸色立即就严肃了起来，有个问题我要问你，你老实回答。随后陈思文的嘴巴就如连珠炮一般的开火，你是不是找富婆了？她是谁？还有你的进气水平有 0.7， 怎么升得这么快？然后你所在的学校是七中，你不是在二中吗？怎么去七中了？还有你和二中校长有矛盾吗？陈宇闻声立马就感觉一阵头疼，老姐你别这样，噼里啪啦一堆问题扔过来，刚辛辛苦苦考完试的我很头疼的，这个问题吗？
来了来了，男人居然主动搭讪一副未成年模样的八荒瑶。就在刚刚，陈思文一看到陈宇，立马就对他发出一连串的问题，而被问到头脑发疼的陈宇立马无视陈思文的发问，直接就拉着陈母往食堂走去。在来到食堂后，陈母连忙将准备好的饭菜拿出，开口道，接下来就要进行更重要的比赛了，要吃好一点才行。就在陈宇准备开动之时，玛丽却忽然出现在了餐桌之上，当即陈宇就炸开了锅，大编号13，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妈辛苦准备的饭菜。而玛丽则笑嘻嘻的应道，别这样嘛，多一双筷子而已。随后玛丽就开始自我介绍起来，你们好，我也是这一届高考的学生，我也晋级了明天的正式赛。陈宇则没好气道，脸皮真厚啊，你家人没给你做饭吗？而玛丽则有些无奈的摊手道，没有，我家人没来，我身娇肉贵的又不会做饭，总不能饿死吧。陈宇当即就面露不满，这么身娇肉贵，看来家境很不错呀，我该同情你吗？玛丽闻言立即低声道，看在你们请我这顿饭的情况下，卖你个情报吧，看到那边那个女生没，她就是八荒家的千金八荒瑶。闻言陈宇的脸色立即就拉了下来，他的身份大家都知道，这算哪门子的情报。玛丽则一边胡吃海塞一边解释道，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性格孤僻高冷，平时在我们一中那成绩就好，而且听说和家里人的关系不太行，估计现在没有家人给他做饭，所以在这儿干坐着。说到这，玛丽忽然眉头一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现在单身，至今好像还没谈过恋爱。随后玛丽忽然阴阳怪气道，你小子看起来挺人模狗样的，要是你对他有意思的话。此话一出，陈思文和陈母立即就竖起耳朵等着陈宇的回答，而陈宇则默然道，没兴趣。闻言陈思文这才松了口气道，八荒家的千金看着大概率就没成年，你要是敢追人家，那就是拐卖未成年。而几人对于八荒瑶的讨论立即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顿时四周的小嘎嘎就议论纷纷了起来，看那边，那不是八荒瑶吗？他竟然会来食堂，堂堂八荒家的千金会看得上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饮食吗？话说八荒千金为啥坐在这也不吃饭啊？家里人没来吗？他爸可是局长，上流社会大忙人，怎么可能来这里下厨啊？可能他在等五星级酒店的外卖吧，哈哈哈。见八荒瑶成为了舆论焦点，陈宇顿时就急眼了，看吧，都怪你们，搞得大家都在讨论他，人家多难为情啊。玛丽见状立马就应道，都怪你要追人家。很快在小嘎嘎们都吃饱了，纷纷开始离开食堂，为了明天的正式赛做准备。而八荒瑶依旧坐在餐桌前，一眨不眨的望着大门。而陈宇在吃饱之后忽然表示自己怕半夜饿肚子，所以开始将桌上的剩菜给打包。在打包完之后，陈宇忽然开口道，待会我要去练习试一趟，你们先走吧。玛丽闻言立马得意道，临时抱佛脚可不行啊，干脆这一届你别考了，回家再复读个两年半，我也少个竞争对手。随后众人就离开了餐厅，开始分道扬镳。而此时餐厅内已经空无一人了，只有八荒瑶孤零零一个人在里面坐着。八荒瑶一边等一边不由暗暗落泪，会来的，父亲一定会来的。就在这时，陈宇端着饭盒走到八荒瑶跟前打断道，还来啥？这大晚上的要来早来了，谁家孩子像你一样啊，还傻乎乎的饿着肚子。随后陈宇便将饭盒放到桌上，吃吧，堂堂八荒家的千金，要是因为饿肚子输掉正式赛，这是传出要被人笑掉大牙的。八荒瑶看到忽然出现的陈宇，不禁有些愣住，请问你是？而陈宇再没好气的打断道，饿了一晚上还有力气问话呢？随后陈宇便直接转身坐了下来，有什么问题吃完再和我说吧。望着陈宇的背影，八荒瑶不禁心头一颤，这个背影好熟悉啊。正式擂台赛终于开始，陈宇的对手竟是大编号玛丽。就在刚刚，陈宇忽然打包饭菜送给独自一人在苦等的八荒瑶，而饿了一晚上的八荒瑶也没拒绝，他也想趁机试探一下陈宇。在用完餐之后，八荒瑶忽然开口道，我在倾城意境被恶势力袭击昏迷，最后被一个陌生人救了，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记得他的背影和声音。今天的比赛看见你的身影和当时在意境看到的那个背影非常像，而且你的声音频率和音色很吻合。陈宇闻言当即心虚道，没有，不过那天听说你在那昏迷了，虽然那天我碰巧也在倾城时空意境里探险。闻言八荒瑶忽然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是吗？看来是我想多了，不过谢谢你今晚的饭菜很好吃。见此情景，陈宇不由心头一颤，冰山般冷漠的八荒家千金居然笑起来这么可爱的吗？随后陈宇连忙稳定心神道，为啥你在这儿坐了一晚上啊？你爸是和你约好今晚给你做饭又放你鸽子吗？而八荒瑶则神情低落道，一时半会说不清，我只是不甘心。说到这，八荒瑶忽然叹息道，可能父亲只会为我的兄长做饭吧。一听这话，陈宇立马猛地一惊，我知道那个八荒义，京城大学的高材生兼高富帅啊。随后陈宇立马变脸道，生男生女都一样，你爹身为安保局局长也太封建了吧，你告诉我你爹贪污受贿包二奶之类的证据，我帮你举报他，帮你出出气。八荒瑶闻言连忙摇头黯然道，不用了，可能在我父亲心中至始至终都不配做他的女儿吧。一听这话，陈宇不禁脸色一变，在心中咆哮道，身为一级武者说这话简直是顶级凡尔赛啊，我依靠诅咒累死累活现在也才 0.7 级，
己啊。在吃饱喝足后，八荒瑶也没再继续逗留，忽然缓缓起身，在离开前，八荒瑶还不忘朝陈宇感谢道：“谢谢你救了我，也谢谢你打包的晚饭，很高兴认识你，陈宇同学。”见八荒瑶离开，陈宇立马起身叮嘱道：“不客气，以后记得去超市买点压缩饼干，堂堂千金别随便就饿死了。”一夜转瞬即逝，第二天一早，正式赛就开始打响了。而今天正式赛的第一场对决是来自七中的陈宇对战一中的玛丽。陈宇在上台后立即摩拳擦掌道：“第一场就和玛丽那个大编号遇上了吗？今天一定要漂亮的打响第一炮。”随后主持人便宣布道：“决定考生们命运的正式赛即将开始。今天的正式赛分别是20位种子选手，以及昨日擂台赛上胜出的12位晋级选手，共32位。这32位选手随机分为奇数组和偶数组进行第一轮对决，胜出条件是能连赢5场比赛的选手，即可登顶本届冠军，成为状元。”规矩讲述完毕，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第一场比试吧。而坐在评审贵宾席的市长忽然淡笑道：“今年的状元会是哪个孩子呢？真是让人期待啊。”在陈宇和玛丽上台后，主持人立马开口道：“编号21来自七中的陈宇选手，以及编号13来自一中的玛丽选手，这两位奇数组选手的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陈宇在看到玛丽后立即眉头一挑道：“我可不会因为你的编号大就让着你哦，考场如战场啊。”而玛丽立马挺了挺身子淡笑道：“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吃了你家一顿饭也勉强算你家儿媳了，但亲夫妻也明算账，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男人居然在高考前忙活了一整夜的手艺活，却依旧精神抖擞。玛丽在看到陈宇后忽然猛地朝他贴近道：“不行不行，还是忍不住被你勾引。你老实回答我，你忙了一晚上为什么更有魅力了呀？今天早上的事情我都看到了。”此话一出，陈宇立马就露出得意的表情回忆道：“你是说那个呀？昨晚陈宇正准备睡觉时，隔离却不断传来嗯哼的声音，顿时陈宇就震惊了。特么的，隔壁22号房间是谁啊？大半夜做手艺活。”当即陈宇就用力敲了敲墙壁怒吼道：“隔壁是哪个学校的高材生啊？赶紧停下手里的针线活，还让不让人睡了？大半夜的有点功德心好吧，明天还要高考啊。”话音刚落，墙壁的另一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陈宇不禁捂了捂脸没好气道：“还算要点脸，知道安静下来了。”可接下来隔离传出的声音更大了，节奏也在逐渐加快，丝毫没把陈宇放在眼里。陈宇这下彻底忍不住了，他立马恼怒道：“做个手艺活还越来越嘚瑟，是在向我炫耀吗？你的挑战我接受了。”随后陈宇便开始漫长的斗争，不断发出阵阵炸裂的怒吼。时间匆匆流逝，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然放亮，陈宇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活计，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手艺活86次结束，静气加32，体质加17，寿命加10。”随后陈宇便换好衣服，神采奕奕的走出门口。很好，一个晚上传统手艺活下来，精神更抖擞了，身体更有状态了。见到陈宇出门，人群中一位两眼泛黑的考生立即指着陈宇怒气冲冲道：“考官，我举报他场外恶意竞争。”陈宇见状立马就懵逼了：“啥情况啊？”那考生立即就掏出手机，展示着长达7小时的录音画面道：“你还装傻？我就是你隔壁的22号考生，昨晚上你是不是弄了一晚上的噪音，故意影响我状态？我都录下来了，一晚上你从来都没停过。”此话一出，场面立即寂静了下来。小嘎嘎们和考官看向陈宇的眼神已然变得无比复杂。陈宇闻言却十分装叉的淡笑道：“原来是你这手下败将啊，那也是你这地中地挑起战火的，事关男人的尊严，我怎么能认输？”随后陈宇便无视愤怒的人群转身道：“没想到传承手艺活也会招来你们的嫉妒和质问，也许这就是人生吧。”顿时在场的所有男人都开始咆哮了起来：“老头没眼啊，我这么英俊潇洒就亏在时间短。”而藏身在人群中的玛丽却讶异道：“该死的，怎么会有这种文武双全，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还如此变态般精壮的人存在？”此时的玛丽在贴上陈宇后立即低声道：“陈宇哥哥，高考结束后我们约会吧。”陈宇见状立即淡笑道：“大编号，现在是比赛，请你正经点。”可下一秒，玛丽猛然爆发劲气，一记横扫击向陈宇面门鼻梁。忽然被揍了一拳的陈宇不由一愣，居然搞偷袭。而玛丽则直接戴上一顶鹿帽子，满脸严肃道：“我承认对你有那么一点心动，但是别以为长得帅我就不打你，你再怎么强悍精壮那也要等高考完我才有兴趣。”陈宇见状顿时眉头一条，揉了揉鼻子淡笑道：“来呀大编号。”话音刚落，玛丽再无迟疑，脚下猛然一动，几个闪身就朝着陈宇冲了上去。紧接着玛丽就开始狂风骤雨般的快攻，而陈宇则依靠强悍的身体素质来躲闪。可玛丽的身手很是灵活，陈宇直接就变成了只能挨揍的局面，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就在陈宇猛然出手反击之际，玛丽忽然一把抓住陈宇的肩膀飞身而起。在跳起后，玛丽趁着陈宇愣神的间隙迅速分开双腿，果断夹住了陈宇的腰部。当即玛丽就露出一副得逞的笑容，揪起陈宇的衣领开口道：“我抓住你了。”男人在万众瞩目的高考比赛中竟被大编号玛丽给夹住了腰。观众席上的小嘎嘎见玛丽居然压着陈宇爆锤，立马就惊呼了起来：“一中的玛丽好灵活的身手啊，真不愧是马氏家族的2000斤。”不过他缠住七中的陈宇是想要干什么呢？而一中的校长也不禁疑惑起来：“玛丽这家伙又有什么鬼点子了吗？”随后他忽然面露严肃道：“希望玛丽尽快把这个七中的小子淘汰出去，否则这一届高考对咱们一中的学生来说会变得棘手。”而观战席上的陈母却满脸惊讶道：“玛丽这孩子不错呀，看起来很好生养。”与此同时，
时，紧紧夹住陈宇的玛丽忽然眉头一挑道，下半身还藏了武器是吧？硬邦邦的小刀吗？最好别拿出来，这可是违规用品哦。此话一出，陈宇的脸色瞬间就通红了，大庭广众的你快给我松开。可玛丽却猛地举起拳头，爆发出碧绿的劲气，得意道，你害羞了吗？来让我看看。下一秒，玛丽的拳头就如猫爪般迅速袭来，陈宇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被压着打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该死，好难缠。见陈宇这么耐揍，玛丽立马就开始疯狂出拳，而陈宇在硬扛下来的同时，系统不断响起增加气血值的提示。见此情景，主持人立马就惊呼了起来，漂亮。玛丽对陈宇发起了连续的高密度打击，陈宇选手站在原地毫无闪躲之力，他能否突出重围呢？与此同时，正在挨揍的陈宇心中已然乐开了花，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无法突出重围啊。望着那不断翻滚的惊涛骇浪，他不禁暗暗祈祷了起来，请务必像这样一直对我发起进攻。在连续打出了100多拳后，玛丽的体力显然衰弱了，就连头上的绿帽子就被掉了出来。玛丽望着依旧毫发无伤的陈宇，顿时就陷入到了沉默当中。随后玛丽便从陈宇的身上下来，皱眉道，接我上百拳你竟然毫发无伤，你实在太强了。而陈宇则脸色通红的催促道，就这么点力度给我刮痧吗？再给你一次机会，像刚刚那样压制我吧。话音刚落，陈宇的脸色忽然猛地一变，只见一道绿光迅速席卷而来，不过却被他给堪堪躲开。见此情景，陈宇顿时脸色难看道，刚刚那是什么东西？紧接着那道绿光不断朝着陈宇发起攻击，陈宇一下子就再次落入了只能被动躲闪的局面。望着缓缓飞回玛丽身旁的绿帽子，陈宇顿时就急眼了，慢着，这不是你开局戴的那顶绿帽吗？见陈宇这么吃惊，玛丽顿时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是的，这就是我的得意技，无法牛头人的馈赠。当即陈宇就满脸恼怒的看向台下的考官，开口道，老师，我举报玛丽选手非法使用违规武器。而主考官却摇了摇头道，这不算，检查组提前检查过了，玛丽的帽子属于服饰仿制品，并不归属于武器的范畴。此话一出，玛丽立即就满脸得意道，当然不算，作为仿制品，这顶帽子所使用的材料和普通布料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但只要灌输劲气，就可以改变其强度，变得超级锋利或者坚硬。这种材料名为西沙蚁，只在某个异境时空门内出产，很珍贵，论毫克卖，被称为大自然的海绵体，通常用来做男科改造手术的。闻言，陈宇顿时就炸了，你这不是钻空子吗？活活耍赖啊。而玛丽则摆了摆手道，不，我已经申报过物品以及具体材质了，高考检查组的审查也通过了，并没有问题。当即陈宇就指着玛丽破口大骂了起来，而主考官却摆手道，今年管不着，但鉴于今天的情况，从明年开始，审查组大概率会把西沙蚁定位违禁材料。见主考官没再多说，玛丽立即开始运行劲气操纵那顶绿帽子，袭来的绿帽子凭空旋转，越转越快，竟然真的有几分气元斩的气势。眨眼间，陈宇就再次落入了下来，绿帽子满擂台的转来转去，而他只能狼狈的进行躲避。就在陈宇想要摆脱困境之际，一阵凄厉的风啸声猛然响起，一股冷意顿时从他的侧脸处冒出，虽然他迅速侧头躲开了袭击，但绿光却擦着他头皮飞过，割断了他几十根头发。陈宇心底警报顿生，看样子他很擅长用武法，那就是法师了，远程法师最怕近身挨揍。当即他就果断跨步，如一道魅影闪烁冲向玛丽，紧接着陈宇就开始迅速蓄力，同时在心中暗道，一拳定胜负，绝不让你有机会进攻。然而就在陈宇准备贴身之际，玛丽身旁却忽然闪起一抹绿光，顿时陈宇就猛地一惊，迅速停下脚步来。在陈宇低头一看之时，自己已然被数根绿色的丝线给围困在其中了。当即陈宇就暗暗在心中嘀咕道，好险，这要是冲过去肯定要当场退赛做手术了。望着玛丽那副阴险的嘴脸，陈宇不禁没好气道，你是魔鬼吧。男人本想跟大编号玛丽一拳定胜负，却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玛丽的圈套当中。陷入困境的陈宇不禁脸色难看道，看着大大咧咧，没想到真是蛇蝎腹黑啊，大编号，先前的所有进攻都只是你的佯攻而已吧。先是用毫无威胁的肉搏让我放松警惕，再使用帽子对我进行偷袭，顺便解释帽子的材质和特性让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帽子上，最终的关键是那顶被你事先注入劲气用西沙蚁材质的线编制而成的绿帽子。不管是赤手空拳的近战肉搏，还是你帽子的远攻，你真正的意图是在整个场地悄无声息的操纵并布置大量的帽线，最后利用劲气任意操纵你想要的西沙蚁线，形成网络状的劲气刀锋，在等我主动冲上去对你进攻之时，直接让我断送人头。在听完陈宇的这番分析后，玛丽忽然打了个响指嬉笑道，真聪明啊精壮男，看来你也不单是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吗。当即陈宇就脸色一沉，咬牙道，有钱有势还有脑子，真是为所欲为啊玛丽。玛丽闻言却忽然发出一抹冷笑，再次开始运转起劲气，富裕也是实力的一种，认输吧精壮男。而陈宇在轻松躲避袭来的帽子后再次开口道，又来，我爸教过我不要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下一秒，陈宇的脸色骤然一变，忽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只见那顶绿帽子在飞到他的头顶后却猛地停了下来，而陈宇也被一道绿油油的劲气附着在体外，完全动弹不得。见陈宇一副骇然的表情，玛丽不由得意道，那你爸爸可真棒，你还是被绊倒了呀，无法定。话音刚落，绿帽子就嗖的一声就稳稳地落到了陈宇的头上，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受到诅咒，行动力加100%。见陈宇被控制住了，玛丽立即就将场内的
丝线给解除，而主持人立马惊呼道，真是太精彩了。一中的玛丽凭借高超的谋略，直接将陈宇定在了原地无法动弹。陈宇望着缓缓朝自己走来的玛丽，立即咬牙切齿起来，你真是个阴险的女人啊。而玛丽却哈哈大笑道，你又答对了精壮男，人生真是太有意思了。与此同时，市长忽然开口夸赞道，非常优秀的灵机应变水平，有勇有谋呢。而其余的评审也不禁点头道，很棒的学生，今年又多了一位优质生源。而招生办贵宾席内已然炸开了锅，各大名校的招生办都纷纷表示一定要把玛丽招入自己的学校。而玛丽为了早点结束比赛，连忙一把揪起陈宇的衣领往场外走去，来吧亲爱的，吃了你家饭，作为半个儿媳我可不忍心杀你。在走到赛场边后，玛丽立马一把将陈宇给甩起来，淡笑道，把你扔下场外淘汰掉好了。可下一秒，玛丽却忽然腾空而起，一脸懵逼的落到了赛场外。见此情景，场外的观众顿时就懵逼了，全场瞬间陷入了寂静当中。主持人顿时就惊呼出声，陈宇选手竟然挣脱了玛丽选手的无法控制，直接将玛丽选手推下了场外。而玛丽望着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望着自己的陈宇，顿时就满脸不可置信道，为什么你可以挣脱我的无法定身术，绿帽子明明还在你的头上。陈宇闻言不由挠了挠鼻头，你说这个呀？他不禁暗暗嘀咕道，要怎么跟他解释呢？总不能跟他说关于诅咒的事情吧。不过话说回来，他的编号还真是够大的。一想到这，陈宇立即开始转移话题，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敢给我戴绿帽？玛丽顿时就急眼了，别耍嘴皮子，你肯定耍了什么阴谋诡计。闻言，陈宇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不也是吗？耍阴谋诡计也是实力的一种。随后主持人就高声宣布道，恭喜七中的陈宇获得今日正式赛的第一场胜利，接下来就开始正式赛的第二轮对决。编号20静气水平一级的八荒瑶对阵编号08静气水平 1.2 级的赵木茶。正式赛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八荒瑶即将对阵比他静气高的对手赵木茶。在八荒瑶上场后，赵木茶忽然一脸自信道，虽然都是种子选手，但最终还是和你对上了呢。八荒瑶，而八荒瑶则一脸坚定的应道，没关系，和谁对上都一样，总之我一定会赢的。陈宇望着台上的二人不禁猜测道，八荒瑶上场了，怎么说都是八荒家的人，进八强应该问题不大吧。而一旁的校长则摇头道，别说笑了，以八荒家的能耐，别说八强，摘到今年的状元桂冠说不定也是很有可能的。一听这话，陈宇不禁好奇道，校长，你知道八荒一这个人吗？就是八荒瑶的哥哥。当即校长就笑呵呵的应道，20届高考状元，现在是京城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人家的实力起码比你强一半左右呢。闻言，陈宇不禁摸了摸下巴皱眉道，虽然略有听闻八荒氏族，但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家两兄妹很优秀，但和其他知名家族感觉也没啥太大的区别啊。他们家族势力很大吗？外界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的。校长闻言立即脸色凝重地解释道，倒也不是八荒家的势力有多大，只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天赋有些特殊。此话一出，陈宇不禁好奇道，特殊是什么意思？校长则满脸凝重地开口道，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八荒是这个家族的人曾经死得很惨。就在这时，主持人忽然高呼了起来，太精彩了，赵木茶对八荒瑶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目前静气水平略高一点的赵木茶暂取上风，但八荒瑶也不甘示弱，进行了激烈的反击。望着二人在台上你来我往，市长不禁挑眉道，其实你女儿小瑶的表现很值得期待哦。与此同时，赵木茶所绽放的静气带起凌乱的旋风不断袭向八荒瑶，不过八荒瑶却临危不乱地进行走位闪躲。赵木茶作为实力强横的一方，速度之快宛若一只历史，疯狂追击着八荒瑶。不多时，赵木茶就抓住了八荒瑶的破绽，进行了猛烈的连续高强度打击，将他给打趴下了。随后赵木茶便拉开距离得意道，不好意思了八荒瑶，我哪怕死也一定要杀进八强。见此情景，观众席上的小嘎嘎顿时就沸腾了起来，不断高呼着赵木茶的名字。而主持人也不由惊呼出声，一级的八荒瑶在 1.2 级的赵木茶面前被完全的碾压，已经陷入昏迷，看来赵木茶同学马上就能晋级八强了。陈宇望着不断在地上开始挣扎的八荒瑶，不禁摇了摇头道，他那么固执会那么容易认输吗？而八荒瑶却摇摇晃晃的从地上爬起，同时喃喃道，我一定要拿下状元，只因他哥哥就是获得了状元，所以备受父亲的关注，他感觉只要自己拿下状元就能跟哥哥一样可以获得父亲的关注。就在这时，一名女裁判忽然走到八荒瑶面前开口道，你没事吧？你们双方实力相差过大，是否继续？此话一出，八荒瑶立即浑身颤抖，艰难地从地上站起，眼神中夹杂着难以言表的意志开口道，我没事，再来。